那么，我们就进入正题，开始来讲今天的主题。好，各位，那么首先讲一个点，一定要各位一定要重视消化道癌症的这个肿瘤。各位，消化道癌症肿瘤啊，特别的高发，为什么？各位，我们每天都必须得吃喝啊，得有进有出，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的胃肠道啊是比较难得到休息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各种因素啊就。的这个刺激下，就导致我们这个消化道肿瘤更加多发。各位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近年啊消化道癌流行的概况。那么各位注意，首先看全球，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的话，消化系统肿瘤啊发病率约占20%，各位这已经占了四分之一，也就在所有的癌症里面占了四分之一。各位，死亡率是35%啊，那么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各位注意。那么，对于癌症，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家一直提倡在早发现、早治疗、早诊断啊，已经有所进步。但是，对于胃癌、食管癌等其他消化系统肿瘤啊，已经当我们已经确诊的时候呢，已经是晚期啊，而且已经是晚期的情况下，你怎么去治疗效果都很差。所以各位经常会有个感受，就是突然觉得不舒服，但是一查起来，突然就五雷轰顶啊，突然就这么严重。啊，所以各位可能心里都会有恐惧，哪怕哪一天就突然就爆炸。但是跟各位讲，你会得肿瘤得癌症啊，特别是像消化道肿瘤癌症，它都是有迹可循的。各位先记住我这句话，绝大部分的消化道肿瘤，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食管癌、胃癌跟肠癌，大部分都是有迹可循的，也就是它们的变化发展，往往是要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一般不至于说马上啊短期内就直接变化成癌症。各位。所以很多时候啊，它是有迹可循的，只是咱们不够重视，没有及早诊断出来，错过了啊。那所以各位先要有这个观念。所以为什么国家才那么强调说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啊？在它还没变成癌症的时候，就赶紧给它阻断掉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各位，好，那目前比较大的统计啊，在2020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中啊，结肠癌居第二位，胃癌居第三位，食管癌居第六位。各位。也就在前十的癌症里面啊，消化道肿瘤就占了三个，而且呢都比较靠前啊，所以各位可见啊，这消化道肿瘤真的是很多发啊。好，那东亚地区，这是东亚地区的一个情况。对，在东亚地区发病率来看的话啊，我们所讲的这个直肠癌、胃癌以及这个食管癌啊，都占到了16%以及20%，分别是16、24及28啊，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各位。死亡率呢，很高啊，结直肠癌是死亡率是19.1%啊，那么食道癌是20%，胃癌是24.996%。从这里可以看出胃癌的预后更差一点啊，所以这几个都是一经发现的，死亡率都比较高啊，比较高。好，那么各位再看一下，那实际上这些三个这个癌症啊，消化道癌症，在我国的地区来看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地域流行因素，各位看，各位看一下，第一个，我国食道癌的发病率啊，有明显的区域性，以河南邻县及河北、山西交界地区啊，所以各位，假如说我们有这几个两个地区的患者啊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发病率比较高，而且跟年龄有一定因素，最多在40岁以上，60、70岁最多见，男性多于女性啊，各位注意。好，那么胃癌。在青海跟甘肃位居第一，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的这个患者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密集，数量比较多。那么过去记住我这个点，胃癌的发病率与饮食习惯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很多胃癌基本上可以认为胃癌跟就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完全可以讲在胃癌身上。所以过去跟哪些习惯相关呢？长期食用腌肉、腌菜这类腌制食物啊，最容易引发胃癌。各位。先记住我这个结论，家里人，特别是老人家啊，如果本身有顽固性的胃病，特别是你亲友萎缩性胃炎啊，或者是一些顽固性的溃疡，那么千万记住，在饮食方面一定不要吃这种腌制的啊。你腌制的话，其实里面含有一种亚硝酸盐，那么这个是绝对的一级致癌物质啊。长期受亚硝酸盐的刺激啊，就非常容易诱发癌症。所以各位一定要把家里人这种习惯给这个给扭转过来。啊，你吃蔬菜吃肉，尽量吃新鲜的，不要吃腌制的啊。所以呢，跟西北地区的饮食习惯以腌制食物为主，
可能会增加未来的风险，所以这个是敲黑板，各位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好，那么大长安的高发率啊，表现在哪里？北京、辽宁、这个黑龙江、上海、广东、云南省啊，而且呢，这个死亡率不断的上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年轻人啊，越来越容易的这个结直肠癌。那么各位注意，那么结直肠癌的发病以及这个进展，跟肥胖、恶性糖尿病以及少运动啊，代谢紊乱跟炎性的肠疾病啊，比如说长期的溃疡性结肠炎或者克罗恩病啊，都有这个因素。所以各位注意，那么这些地区啊，相对来讲有大部分是发达地区，那么跟这个肥胖以及代谢紊乱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运动可以防癌，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特别是对于肠癌来讲。好，那么各位。可以，这个语速可以吗？我怎么听到有点卡，是吧？好，行。哎呀，这个我听到朋友说腌制的下饭呢，有时候胃口不好吃点。各位，强调一个点，偶尔吃一下有没有问题？当然没问题，对吧？但是你如果天天吃，天天吃，每餐都要吃，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各位啊，绝对不行的。所以这个习惯一定要纠正过来啊，纠正过来。好，那么在这里标题各位给大家强调一个点，消化道肿瘤啊，重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各位，我这句话我今晚会重复 N 次，就是要早诊断、早治疗。也就是说，你不能啊，一旦到最后拖到最后，发现不舒服了，我忍无可忍了，我再去这个检查治疗，那很多时候都后悔莫及。各位，所以啊，我把一段很经典的话拿出来，各位，临床诊疗中发现啊，很多出现便血、腹痛。以及等等啊，胃部不适啊，或者是胃焦灼等等的患者，直到身体无法忍受的时候才到医院检查啊，其中很多被确诊为中晚期的癌症，手术的存活率很低。各位，因为消化道肿瘤很多时候啊，一开始早期往往症状没有那么厉害，不像各位想那么厉害。当你已经出现严重的症状，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各位，所以呢，一定要重视及早发现。那各位注意，如果能。多关注消化道早癌的检查，90%是可以及早治愈的。各位，一般来讲，你越早发现，早期完全是可以逆转过来的。各位，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什么萎缩性胃炎，放这个肠上皮化生，对这样的这个患者，一般来讲，你能坚持吃中药吃3到4个月啊，实际上有些2个月就够了，2到4个月，那大概率很多时候是能逆转过来的。你只要这时候把它病理逆转好之后，你再注意调整体质，再注意饮食控制。基本上就这回事就没了。但相反，你要是这个病你觉得它不当成是一个病，你就不去管它，慢慢发展成胃癌，到后期已经开始里面溃疡了，长满肿瘤了，你这时候再治怎么治都很难了，跟各位讲啊。所以呢，很多事情就是要提早在前啊。那甚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早期不舍得花钱，各位，小钱不花，到后面哪怕有大钱想花都没有机会花。各位啊，所以消化道肿瘤重在早治疗、早逆转、早阻断，所以没有后悔药啊，所以要重视重视。好，各位千万要把我这段话记住。各位，在这里我会涉及到一点点现代的啊，一点病理上的知识。各位记住我一个点，恶性肿瘤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啊。各位在这里讲一下什么是癌肿瘤啊。各位，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都知道，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啊，都有一个相对共同的来源啊，一开始就是一个这个原始细胞。但是我们的细胞里面有基因，基因就相当于里面是信号密码指挥器一样啊，基因可以说是里面有指挥器一样，指挥着我们不同细胞分化成不同的这个细胞，以及产生不同功能啊。比如说骨骼就转为骨骼，是吧？骨骼细胞，骨细胞就转为骨骼。那么皮肤呢？哎，就转化为这个皮肤的细胞啊。消化道各自有各自的细胞，慢慢的，而且这里面还有更细的一个分类法。好，那正常这是有序的一个这个增长方法，但是当人体的细胞呢开始失控不听指挥的时候，它自己乱长疯狂长的时候，这就是变成了什么我们所谓的肿瘤和癌啊。那么长得比较可控的良性的，它没有那么恶性度，没有那么剧烈，这个叫良性的肿瘤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这里宽泛的讲哈，比如说像一些我们讲的比较好的，像一些这个子宫的肌瘤啊，或者是这个囊肿，这种的话恶性程度相对还不会那么高，这是良性的。但是一旦呢这个细胞特别特别坏，长得特别快疯长，
那么风感之后会怎么样？跟身体抢营养啊，抢营养，而且呢会占据这个占据空间啊，影响其他正常功能的发挥。这种呢就叫做癌。那甚至呢怎么样？它会沿着血管，沿着淋巴，全身到处转啊，从胃里面种植到腹腔啊，再转到脑，转到肺等等。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癌啊。但是各位注意，细胞在变化之前，它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夜就发生变异的，这种可能性很小啊，在这个消化道里面可能性很小。各位，它都是有一个长期复杂的变化过程。也就当它开始要差不多要变坏的时候，当它还是个坏孩子，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你就要一巴掌打下去，赶紧要给它扼杀住啊，打扭回来啊。如果你这时候不扭它，等它已经称霸了，已经很桀骜不驯了，你再去管就很难管了啊。所以当这个什么细胞变成恶霸之前，这个少年坏孩子，这时候就很多是很多早癌的过程，这时候你就很有机会逆转，但是再大一点你就很难管了。好，所以一般认为，各位，正常的上皮这是正常细胞，变成一个单纯性的增生，到异型增生，哎，这时候就是一个癌前病变了，各位，再到原位癌啊，这时候就已经变坏了啊，再到近位癌，这就开始到处侵犯了啊，被认为是癌症生长的经典过程。所以各位注意，平均啊需要数年才完成，好几年才完成。所以当我们早期在这个阶段之前呢、甚至在这个阶段之前就先给它扼杀掉，那么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相反，你到这里啊才开始来干预，那就有点被动啊。那到了这里之后呢，很麻烦，非常麻烦啊。各位都知道，现在癌症确实治疗起来难度还非常大啊。当我们有些案例确实治疗得很不错，但是呢都比较辛苦，都需要时间，没有那么快啊。好，所以癌前病变就是指正常组织到发生癌变的中间阶段啊。那么早期消化道肿瘤以及癌前病变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以及早期治疗，是降低这个肿瘤患者死亡率以及提高生存率的主要措施。所以各位注意，再次强调，消化道肿瘤一定是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扼杀啊，那么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啊。所以各位千万要重视。好，那么协商各位。各位不要觉得中医很神，当然中医确实很神，很多时候能治大病，力挽狂澜。但是在这里我们更要提倡什么？各位不要只觉得中医很神，能治重病大病，那么中医其实上还提倡一个什么点？治未病。真正的高手啊，都是早期发现。你这个 CT X 线检查还没出来的时候，我就提前能预判你好几年，预判你后面会往这个病进展。然后呢，我提前用药把你给阻断，这才是真高手，各位。上医治未病啊，各位啊，所以不要只想着说，哎，我到最后一步能把你拉回来，我才是高手，不是的。所以真正的高手应该是要治未病啊，要重视预防及早诊疗，这也是我们中医提倡的思维。不信各位请看，第一个，早在我们的《黄帝内经》啊就提到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啊，也就提倡要在未病之前就要防。各位，那么当病已经形成之后啊，那么身体的错乱已经形成之后呢，那么犹如什么渴而穿井，斗而这个助锥，晚了，等到要打仗的时候，我才马上要铸造兵器，我已经口渴难耐的时候，我才准备去挖井，这就错了啊！所以治病一定要趁早，一定要趁早。那我们千金方，我们孙思邈这个孙真人千金方也讲了，古上为医者，上医未病之病。也就是说，在疾病还很轻微的时候，甚至还没冒头的时候，你就给他扼杀掉，这是真高手啊！那等到已经发现病很重的时候，你再去治疗的医生啊，失去诊查的时候，那么你水平其实上不算是很好的，这叫下医，医以病治病。各位注意，试问《阴阳医生刀论》也讲了，啊，伤治者治皮毛，厉害的医生呢，应该在表邪还很轻，在邪气还很表浅的时候，就应该把它给连根拔起，全部给去掉啊，然后呢？慢慢的随着病情的这个病邪的往里面传啊，从肌肤到筋骨到六腑，最后到五脏，那么治疗起来难度很大很大啊。那么治五脏者，半生半死也。你看，连这个老总都想了，真正病入五脏、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治疗起来真的是半生半死啊，这个确实好辛苦。好，那么各位，刚才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特别好，各位。有朋友问到，哎，那么这个肿瘤啊，到底有没有哪样的体怎样的体质啊，啊，或者怎样的情况呢，比较容易诱发肿瘤的这个增长呢？哎，那么这句话问的这种水平，各位，我们看一下，各位，我们刚才讲的癌症的产生啊，癌细胞的这个发生，
实际上在我们中医来看呢、啊，可以认为是什么？可以认为是一种邪气，一种不正啊，偏离正道的邪气。那么各位要知道一个事情，实际上我们人体每天呢、啊、都有大量坏死的以及异常增生的细胞产生，也就是说人体每天都有大量的癌细胞产生。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不会得癌症？那是因为你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你的正气、你的监视网络足够好，能及时的把这些什么坏死的细胞，这个把癌细胞扼杀在萌芽里面，给它抑制掉。好，那么这就相当于什么？正气，这就是正气跟邪气的关系，各位。好，相反，当一个人的体质抵抗力极度下降的时候啊，身体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去监视这些坏细胞啊，以及呢，坏细胞在某种情况下产生大量的变异，比如说受到 X 线的刺激，受到这个核辐射的污染，它一下子每天产生过量，已经超过咱们身体幸福能力负荷，邪气正正增长，哎，那么这个情况可能的什么导致这个癌症的发生。还有什么？经常作息不规律，身体极度疲累啊，精神极度压抑，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人体的正气啊，你的免疫网络已经崩溃的情况下，没法去清除这些正常生长起来的癌细胞，也就是我们所有的邪气，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肿瘤癌症就开始会冒头。所以呢，这里面就涉及到正跟邪的关系。所以呢，预防癌症我们是有法有迹可循的，各位，有法有迹可循的。我们接着讲。好，医中必毒，医中必毒啊，李宗子医中必毒提出了什么？其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那在中医的角度看来的话，积就是我们讲积块、包块、肿瘤，它的发生、发展、形成跟正气不足有关系。这句话讲得非常有智慧，实际上就是跟身体的这个免疫力、监制机度啊，监察机制出现崩溃、减低有关系。也就是人体没法及早的把身体的癌细胞清除出去，哎，这是源于正气不足。那么导致正气不足的原因有哪些呢？比如说长期的作息不规律啊，过于疲劳疲累，都不好好给自己休息啊，或者是长期压力过大、高度紧张啊，导致整个的免疫这个机能崩溃，或者是什么？身体长期得病导致正气下降，也有这种可能啊。好，几位玄书也提到了什么？凡脾肾不足，脾肾是我们先后天之本，以及虚弱失调之人啊，多有积聚之病。也就是说，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啊，哎，很容易长积聚之病啊，很容易得肿瘤、得癌症。盖脾虚则中焦不运，肾虚则下焦不化。脾肾是人体新陈代谢、气化最关键的两个器官。那么当这两个器官呢功能下降的时候，那我们整体的代谢就会下降啊，正气不行则邪志得以这个居之啊，异常的细胞、坏死的东西啊，垃圾就没法毒素没法这个快速的清除出去，及时清除就很容易什么积滞变成毒性及癌症。活法纪要提到，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啊，也就是说这个身体强壮正气充足的人啊，一般是不容易长肿瘤，但是身体差的人啊，比较容易长到啊，所以这里也强调说什么呀？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要这个调养正气。那么这里还强调一个点，气血两衰，也就是说在正气异常的情况之下，事实有感，积能成积。在这里强调一个什么？内在有损伤，外感因素之下呢，很容易造成肿瘤的发生。各位，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的癌症患者，我们在这个组已经收到了好多例，跟我们讲的，就比如说有个女性这个女性患者，原来只是说乳房里面长了个肿块，长了3-5年都没变化，但是突然阳过之后，去年十月份就大病了一场之后啊，新冠大病一场之后，好家伙，开始这个乳房就开始破溃，里面疯狂的增长啊，就由原来的这个良性的这个乳腺肿瘤。变成了乳腺癌，乳腺的痉挛癌，特别可惜啊！等等，也就是说，在本身虚弱的情况下，那么再加上感染到感冒啊，或者是严重的外感，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和进展。所以各位注意，不是开玩笑的。正常人你可能对新冠、对这些其他的外感病，你假如你不以为然，这个没关系。但是各位，当然对一个身体极度虚弱的人，他本身正气已经不够了。他每天要那么多正气去监视体内不好的这个细胞毒素要清除掉，但是你这时候再来一下，你再给他大病一场，好，那这时候身上所有的军队都调过去看病毒去看邪了，那么所有剩下的军队呢啊，身上的正气就压制不住我们体内的邪气了啊，压制不住这个癌细胞，
所以会有趁机增长，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对于年老，这个年老体弱或者本身有基础病的患者，你一定要少感冒，尽量很少感冒啊。不管不仅是癌症，特别是对于什么有肺炎、有这个肺部疾病、老慢支、老肺病啊，或者是有这个肾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朋友都要注意啊。一旦外感大病一场之后，而你的正气就会开始崩塌啊，病情都会容易进展。所以也强调各位，也跟各位强调，一定要预防感冒啊，特别是身体本身有问题的这个群体，还要怎么样？要及时治好感冒，不要留下这个后遗症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感冒之后，我们还会提倡患者呢再进行一段时间的调养巩固，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好，认识消化道癌症。好，我们进入正题。各位，我们先来讲一下食管癌，从中西主要从这个啊，因为食管癌这是现代的一个病名啊，从这个中西角度啊，以中医为主来讲一讲我们这个三大消化道癌症。那么过去，如果从现代来讲的话，那个食管黏膜，食管癌就是食管黏膜上皮或者是腺体啊，啊，讲白一点，也就是说食管上面长出了啊，长出了不好的这个细胞，不受控制的细胞啊，变成了肿块，这个叫食道癌。那么这个癌组织啊，这些肿块还可以穿透食道壁，向周围以及组织器官直接蔓延啊，比如说可以透到气管到肺里面啊，或者是可以通过淋巴道转移啊，晚期通过血液转移到哪里，肝和肺啊，所以这就是食道癌的一个定义。各位，那么麻烦的是什么？各位，麻烦的是食道癌早期啊，临床都明显症状，也就早期它是默默无闻的，它是没声音的，直到哪一天啊，它肿块很小的时候没感觉，但是一旦肿块变得很大，开始挤压到你的食道，哎，这时候你才会开始有点感觉。所以一旦发现了、啊、都是晚期，都是中晚期。各位好，那么部分患者早期可能出现什么轻微的胸骨后疼痛，为什么？因为食道就长在胸骨后面啊，胸骨疼痛，或者是有点烧灼感，或者是哽咽感，哎，怎么吃东西喝水感觉有点呛，不好吞下去啊。各位各位记住我一个点，当家里老人家或者是这个告诉你怎么最近吃东西感觉哽哽的堵堵的啊，或者是喝水好像不太顺利，或者是容易后面又吐出来，这时候你要一定要警惕，搞不好是什么，是不是有早期的食管的病变啊，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那么中晚期啊，因为这个肿瘤不断的进入生长啊，它肿瘤越来越大，食管就这么一点点的空间，那么你上面长出了肿瘤，那么它会把整个食管都堵住啊，那么这时候会出现很麻烦的问题，那么就会出现因为都堵住了，那你吃东西你食物都进不就下不去了啊，反而会吐出来啊，就或者完全一点都吃不下去啊，那么吃不下去怎么办呢？营养就会这个丧失，本身体质又弱啊，那么这时候呢又不能进食，会导致什么恶病质，恶病质就是全身的消瘦，导致什么衰竭而死啊。那么实际上食管癌在古代中医古籍里面有没有记载到？很早很早就已经记载到，各位在内经时期就已经记载啊。那么各位，食管癌可以见于中医的文献耶格或者是反胃方位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病症里面，耶格是最经典的一个中医病名。耶呢就是食物吞咽之法梗阻不利，这个叫耶。格呢是堵塞的更厉害，吃完之后呢，哎，隔拒不下，反逆吐上来，这个叫耶格啊。所以耶格是我们中医描述食道癌啊比较常见的一个这个病名。那《素问·通平祛湿论》就提到什么？隔色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哎，那么过去，他这里提到了这个耶格上下不通这个病症，跟暴忧有关系。什么叫暴忧啊？也就是说跟情绪的这个忧失，我们讲失则气结啊，跟长期的这个情志的压抑啊，失力过度有直接关系。各位有直接关系。好，《诸病源论》就是这个隋朝啊，《诸病源论》就提到什么？五曰啊，细曰、忧曰、食曰、劳曰、思曰。哎，各位提到几个点，第一个跟气有关系，气郁、气滞，还有个什么跟忧伤、忧思、跟情绪有关系，跟食曰啊，跟饮食长期进食辛辣或者是饮食失节有关系，劳曰跟劳作无度有关系，思曰哎，跟这个思想的负担、长期的忧思有关系。好，那么格也是这样的啊，忧这个会啊，气寒热都有关系。所以各位，从我们的古人的描述里面啊，消化道肿瘤的发生啊，
跟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各位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各位。我记得上次在消化道的那期直播里面讲过啊，各位，我们现在有一种病叫什么？身心消化病。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想想周围的朋友啊，是不是有哎？是不是卡住了，各位？哎，是不是卡住了？我这边定住了，会不会有影响？哎，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影响？我这边突然定住了，没有卡上。我这边的同步好像这个屏幕好像卡住了。好，不好，我刚好看到我这边的屏幕好像卡住了，我担心会影响到各位的观看。好，我们讲到这个消化身心病，各位可以观察一下身边啊。咱们身边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上不要讲身边，我们就讲一个生活现象。你看，我们经常讲气饱了啊，你是不是一生气啊，一生气或者是一有心事会怎么样？哎，就会这个什么吃不下饭，肚子好胀，气饱了，有没有？这就是胃肠跟这个什么身心的一个直接关系。然后怎么样？比如说像坐飞机或者是要上台演讲啊，比如说像我今天要上直播啊，或者是要考试之前呢，会怎么样？紧张的胃痛、胃痉挛，或者是会怎么样？会想拉肚子、会痛泻。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剂叫痛泻药方，就专门来治疗这种病症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长期胃肠不好啊，也容易导致焦虑或者抑郁，反过来还容易影响到睡眠啊，甚至睡不好的情况下又反过来加重影响到消化道。所以各位注意，消化道啊跟我们的身心跟情志啊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这个关系啊，在中医来看，主要是通过肝啊，我们的肝气的疏泄来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中医看来，五行看来啊。啊，木跟土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它的这个部上呢，都需要木气、肝气去疏泄。好，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因为有情绪上的影响啊，导致木气不畅了，肝气不畅了，就很容易侵犯到这个脾胃啊，会导致脾胃的问题。那相反，如果你脾胃壅滞了之后呢，哎，那么你气血生成有限，那么肝也会失去濡养啊。所以木和土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啊，各位。所以各位注意啊，各位注意，消化病跟情志有直接的关系。你短期偶尔一次两次你有这个情绪的，好，很快身机体就能给你消化掉。但是如果你长期处在一个高压或者是压力啊，或者是在一个负能量的情绪之下，时间长了都很容易得消化道肿瘤，也就我们所谓的由气郁、气滞到血瘀到痰凝到这个什么这个癌毒蕴结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好，那么这里医中病毒也讲到了啊，脾胃受伤，血液这个健耗啊，郁气而生痰，痰则摄而不通，气则上而不下啊，妨碍道路，饮食难进，这个噎塞所由成也。那么这里讲了几个点，叫脾胃受伤。脾胃受伤有很多因素，那么饮食过度或者是饮食不节啊，或者是这个过于的劳累啊，或者是情绪的影响，都可能导致脾胃受伤。那么慢慢的血液就会被消耗掉，以及呢郁气而生痰，整个的胃气啊这个或者肝气就会不舒畅，你的这个血液循环以及这个局部的精液血液代谢就会出现异常，就怎么样生痰，长出一些粘液或者包块啊，包块。痰则摄而不通，有这些包块，有形的包块，它会堵塞气机啊，气则上而不下。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各位再记住一句话，如果你学了中医，你都会知道。消化道，我们整条消化道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大小肠，最关键是什么？各位，六腑以通降为顺啊。各位，什么叫六腑以通降为顺？也就是所有消化道的运动方向必须都是得往下的啊。各位，我跟各位讲，你这个什么叫消化道往下？我们吃进来的东西啊，经过胃的腑熟水谷之后必须得往下沉降啊，慢慢的这个经过小肠的吸收，最后到大肠吸收完之后呢，再变成糟粕大便排出去，这是正常的一个过程，这叫胃气的通降。但相反，假如你胃气开始衰败，或是胃气开始上逆，就一点水喝点水都吐，吃点东西都吐啊，或者是这个经常就反酸而逆，好，那这就是什么胃气上逆以及甚至是胃气衰败的表现。所以各位记住我一句话，对于消化道来讲的话，我宁可你腹泻啊，我宁可你这个放屁多一点，也不愿意怎么样呕吐或者是反逆嗳气。所以各位会发现一个点，往往病很重的人啊，
你会看到他经常后期会打嗝，会呃逆，甚至会打得很大声，打到整个病房的人都听得到。这就是胃气僵绝衰败的一个表现，各位啊。所以对于消化道而言，必须气以往下通降为顺啊。好，所以这里面选到了一个虚损，还有一个气郁升痰以及凝血啊。好，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就讲这个病啊，比较多见于老年人啊，而且跟气郁有关系啊，气郁气逆有关系，而且会容易怎么损耗精血啊，会这个导致燥结于下，所以很多的这个食管癌的患者到后期啊，都会出现一些矛盾的问题，上面的糖液分泌很多，但是呢，经常会感觉到口渴，而且呢，容易怎么样大便秘结啊，这实际上就是气郁久了化火生痰。好，那么这个治证补会啊，这是清朝李庸子的书啊，叶格也讲了啊，有气滞者，有淤血者，有火热者啊，有痰凝者，有食积者啊，虽有五种，但怎么样，总归是气行之变而由气郁化火啊，火旺血枯，津液成痰，痰壅而食不化啊。各位啊，这句话讲的概括的太经典了，它基本上这段话就把中医对于食道癌产生的根本病机讲清楚了啊。说白了怎么样，主要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长期有情绪的变化，压抑或者是这个愤怒啊，或者是这个忧思想得多了，加上什么，加上劳累以及什么这个食积啊，饮食过于辛辣或者过于刺激，导致啊整个的肝气或者是胃气不舒畅啊，不舒畅，那么局部的代谢呢就会紊乱啊，那么就是会有这个血液跟我们的精液就代谢就不好了，就变成痰，变成淤血堵在局部。而且各位注意，堵在局部它就进一步阻碍气机的运行，那么气机运行啊，气就是相当于能量一样，相当于汽油能量一样，那么气郁久了会怎么样，会化热，开始就有一些热象，所以就开始出现什么胃部的烧灼感，或者是一些热象。好，那么烧灼完久之后呢，更会把这些糖块啊，把这些淤血呢煎熬成毒啊，煎熬成毒就变成了癌块啊。而且呢，时间久了有火热之象呢，更容易怎么样，伤筋耗血，所以很多食管癌患者到后期啊，都会有一些阴虚血虚的表现，嘴巴很干，想喝水啊，但是又变得很消瘦，大便秘结，这个通不下来啊，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又实又虚啊，这个两难的一个境地。好，那么各位看，这是我放上来的我们这个食管癌几个类型。各位，正常的食管它应该是整个都通透的啊，通透的，它是一个正常的黏膜一样啊，组织。那各位看，这是溃疡型的，也就整个食管壁上因为肿瘤的增长变成这个破溃了啊，变成一个癌性的这个溃疡，那么这个就很容易穿孔，东西很容易漏出来。那么这个是迅赏型的啊，也就长出来一个像蘑菇一样的这个肿块。那么过去这么大的肿块，哇，那你食管壁就会被挤压得很小啊，你压根东西又吃不下去啊。那么水蛭型一样也是有增生啊，挤压了这个食管。那么像这种缩窄型的啊，那么它整个的这个黏膜啊就失去弹性啊，变得很缩窄，那么蠕动也会受影响，那么你东西也吃不进来啊，所以确实比较可怕啊，比较可怕。对，当这个癌已经长成这样的时候啊，你这时候再用什么药去消，再怎么样去攻管都很麻烦，很麻烦啊，所以一定要早期这些癌细胞还没冒头的时候就给它消灭掉，这是最理智的做法，也是最高效的做法，各位。所以一定要强调早治疗早发现。好，讲胃癌。胃癌顾名思义呢，就是癌块癌细胞长在了胃上面啊，长在胃上面啊，它是由胃黏膜上皮和腺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啊，好发于40到60岁，男多于女，男多于女。各位要注意个点，我记得上次甲状腺结节啊有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各位，那对于我们女性来讲的话，女性有肝经上联啊，女性的情绪问题啊，大多数时候容易走到肝经上联上。什么是肝经上联呢？哎，请朋友们回忆一下，上一次我们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讲到了女性的肝经上联是哪三个器官呢？各位可否评论区讲一讲？来，有没有这个朋友们记得我上一次讲过的啊，女性的肝经三联是哪三联，哪三个器官，能否评论区里面讲一讲？快点快
快钱了，很好，很棒，我已经看到有朋友打出来，特别好。好，感谢朋友们，我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各位，女性的肝经上缘啊，就是甲状腺，我们讲的这个隐脉哈，跟这个乳腺、乳房，还有哪里？还有这个子宫，好，所以各位，女性有情绪的问题啊，肝气的郁结啊，往往我们据临床观察，往往都容易从上缘上走，容易甲状腺结节，要么就长乳腺的结块，要么就容易长子宫肌瘤或者囊肿，这是女性的问题。但相反，各位，我们的肛门实际上它除了这个肝经本身的问题之外，它还容易蹭腻啊，容易侵犯其他跟它相关的脏器。那么据我们的观察，男性肝经出现的郁结。更容易出现在哪里？更容易走胃、走消化道，所以各位发现，很多时候消化道的患者都是男性要多于女性啊，所以这是有临床上的一点不同。好，所以各位看，男多于女，浩浩发于这个40到60岁，所以今天会讲的这个食道癌、跟胃癌、结肠癌，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大部分都是男性患者啊，男性患者。好，那么胃癌组织啊，除了在局部的胃里面增长之外，它还可以通过像这胃组织以及临近的器官蔓延和生长啊。那比如说还可以通过淋巴道转移啊，那么晚期可以经过这个胸腺导管转移啊，到锁骨上面。那么经过血道的转移啊，可以转移到这个肝、肺、脑、骨等器官，所以这也是比较麻烦的问题。好，那么各位，胃癌呢？在中医里面，其实上也有一些病名，有一些说法啊。胃癌属于中医所讲的胃脘痛，或者是也格啊，有些也把它叫也格，因为有些肿瘤长得太偏上面，贲门部的话，那么也会导致也格的一些症状啊，耳逆、积聚、反胃等范畴。好，我们看一下，哎，那么各位看左边这个图啊，也给大家看一看吧。那胃癌它本身啊，这些癌细胞可以在胃里面增长。也可以进入到旁边的器官里面去啊，直接蔓延到旁边的这个网膜以及肠道啊，那么也可以啊，通过血型转移到肝啊，到肺，到这个脑，那么也可以通过淋巴转移啊，所以而且它还可以脱落下来，种植在这个卵巢上面啊，盆腔里面，这也挺麻烦。好，各位看，早在《素问》《黄帝内经·素问》里面啊，就提到了胃癌它的这个发病。各位，傅中论说，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病名曰浮梁啊，居胃肠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各位，也就是说腹部里面有一些肿块啊，上下左右皆有根，很硬啊，病曰浮梁，这个叫浮梁病，而且呢不可治，你就很难治好，很难根除掉，它不像一般的肿瘤，很难消除啊，而且每切按之致死。为什么？癌细胞都有个特点，肿块都有特点，容易出血，所以你去摁它或者是去刺激它，很容易破裂出血，导致大出血啊，所以真的很难治，真的很难治。各位，好，《灵枢·邪气脏腑病情篇》讲什么？胃病者腹胀，胃脘当性而痛啊，噎膈不通，食饮不下啊。也就是说，这个腹胀的很厉害，胃胀的很厉害啊，而且这个厉害，胀之外还痛，而且什么吃不下东西，食饮不下，这也是胃癌导致什么堵塞了整个的这个胃，所以东西压根就吃不下去啊，特别麻烦。难经56难也讲了什么？心之积啊，心下的积块，名曰浮梁啊，起其上，踏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迫性烦心。各位，这可以看出是胃癌其中一种类型的描述啊，都很难治。好，金匮要略，呕吐会下痢啊，我们这个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提到了，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数谷不化，名曰胃反。啊，脉行而色，其病难治。各位，张仲景也提到这个病难治，这是常有的病变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幽门梗阻。各位，当癌细胞、胃癌细胞刚好长在这个胃跟小肠连接的这个位置之后呢，啊，也就是它刚好长在胃比较偏底下的这个位置，刚好胃跟小肠连接位置，那么这个癌细胞呢，它会把胃走到小肠的这个腔道给堵塞住，所以呢，吃进来的东西啊，它会在胃里面停留，一直消化。但是消化你这个机体已经被癌细胞堵住了，你下又下不去，所以怎么样？哎，半天之后它又全部都返回去了，全部都吐出来。好，所以它不会马上吐，它会
这个朝食暮吐，早上吃的，下午再吐出来，很麻烦，很难治，各位啊，这就是现在讲的癌性的幽门梗阻。好，景岳全书也讲了啊，这个反胃之法，当辨其心酒及这个所致精啊，以酷饮无度，喝酒喝太多啊，不节制啊，伤于酒食，或者重食生冷，哎，这个败其真阳，长期喝冰冷喝冷的，不受控制啊，败坏了胃里面的阳气啊，或者是七情忧虑啊，结其中气啊，还讲了一个情志问题啊，过度的忧伤、悲伤、思虑，那么也会怎么损伤中气啊，损耗胃气。所以强调了什么？喝酒的刺激，以及呢这个生冷无度，衰败了这个胃的阳气，以及什么七情的内伤啊。所以各位注意，所以这就是胃癌发病的大概一个病因。好，各位看，首先这个叫结迅赏型，也就胃里面都长了像蘑菇一样的肿块包块。那么长得很大的话，它会把整个胃都堵住，你压根一点东西都吃不下啊，吃不下。这是溃疡型啊，也就久久的这个溃疡很难愈合啊，甚至厉害的话又会导致穿孔，而且癌细胞会这个顺着往旁边这个其他器官去浸润啊，长到腹腔里面，长得到处都是。好，这个膈囊型就是整个胃啊，到后面这个腺体都萎缩，而且这个癌细胞浸润到外面，导致什么？整个胃都变得像皮革一样厚，变得一样粗糙坚硬啊，都不动了啊，你吃一点点，这个胃整个都缩小了啊，压根就动不了了，这叫这个膈囊胃。啊，都很可怕。所以各位，病到这种程度啊，这都是已经到很晚期。你病到这种程度，你想靠一个药物去怎么治疗，都很被动，都很被动。哪怕你药再灵再好，方再好，都很难治的。各位啊，你攻也不好攻，补也不好补啊，两难两难，真的是难。好，结直肠癌，顾名思义呢，就是长在这个结肠以及直肠的这个癌细胞啊的肿瘤。好，那么一样的这个癌细胞呢，也可以通过、啊、局部的淋巴啊，或者是通过这个血液转移到肝或者是肺和脑等器官。那么它癌组织呢，可以穿破肠壁浆膜后啊，脱落剥散到腹腔内，形成种植性转移。我就是曾经见过一个患者，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本来呢当时查的时候还查不出什么啊，后面打算说给他开腹，把这个肿瘤给切掉，结果整个腹腔一打开，那医生就傻掉了，他说做不了，重新又给关回去了啊，就放了一个引流管。为什么？看到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腹腔里面全部都是肿瘤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破溃之后呢，癌细胞种植在腹腔里面，导致整个肿块一打开全都是癌细胞，就只能这个关闭，做不了。肠癌呢属于中医肠积啊，这个肠汛、肠风、胀毒、下痢、锁肝痔等病的范畴啊，我们中医很早就提到了这样一些病。各位看，林枢水上篇啊，就提到了啊，寒气克于肠外，与胃气相搏，气不得盈，因有所系啊，这个辟而内浊，恶气难洗，息肉乃生啊。这里强调了长期的受寒啊，导致我们的气血跟这个寒邪搏制之后呢啊，停留在体内就变成什么？变成息肉，变成肿块啊。那么其实也大如鸡卵啊，这个稍饮易大，自其成如杯子状啊。那么久者离睡，按之则坚，推之则移啊，越是以其下，此其后也。那么时间越来越，随着时间的进展，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肿块啊会越来越大，而且会变得很僵硬，很僵硬。而且呢怎么样，这个越是以其下，此其后也。为什么呢？因为往往如果是肿瘤长在这个子宫里面，它会影响到月经，但因为它是肠道的肿瘤，所以它不影响月经啊，这是古人的一个鉴别方法。好，那么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是外科大臣里面讲的啊，锁肝痔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直肠癌，直肠癌也就是在接近肛门的这个最后的这一段肠道里面啊，长出了癌块啊，非常可怕，而且这个癌块呢它还会掉出来啊，还会掉出来。那么锁肝痔，肛门内外犹如竹节这个紧锁啊，行无海辙，里急后重，粪便细而带扁，食流臭水，此无治法呀。好，那么这是清朝的著作外科大臣这本书里面讲的。锁肝痔其实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直肠癌，肠道里面长出了癌块，而且这肿瘤会长得很大，那么后面还会不断的往外长，长到肛门外面来，像什么形如海辙啊，像海辙一样堵在肛门口，所以又叫它锁肝痔，肛门紧锁。所以各位，大便会变成什么样？大便会变得很细，而且带扁啊，会变得很扁很细，像筷子一样挤出来，
而且直流臭水，这个肿瘤会破溃，会流脓流臭水啊，死无治法。也就是说，这个病很难治，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你有怎样的好药都很难给他治好啊，切也不好切啊，你怎么样都不行啊，所以实在是很难，各位。那么讲到这里，跟各位强调一个点，刚才有朋友们提到了这个大便的问题啊，各位，一旦看到大便变得很细，像筷子一样啊，你比如说原来大便一直都很好，但是呢，最近大便突然发生不规律，比如说原来一天只上一次，最近突然变得上三五次啊，没有原因的，近期变得上三五次，而且呢，大便变得像筷子一样，需要硬挤出来，挤出来又扁又细，而且又臭，那要注意了，可能是有早期或者是中期的结直肠癌。为什么呢？因为肠道里面长了肿块之后，大便要通过的时候呢，那么会被挤压，变得很扁啊，所以一旦看到大便变细、变软、变扁，就要小心是不是肠道里面长了东西。各位注意。好，各位看，这是溃疡型的这个结肠癌啊，直肠癌啊，那么破溃啊，这里都到处都是破溃。好，那么这是肿块型，各位看，长了这么大的肿块，把整个肠道都堵塞了。所以各位注意，这个结直肠癌啊，到后期很容易发生肠梗阻啊，也就是说肠道里面被肿瘤全部都占满了，那么整个肠子也不蠕动了，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它也下不去，反而会怎么样？你下不去会怎么样？我们刚才讲的反逆回去啊，甚至有些患者啊，不仅大便拉不出来，而且大便会怎么样？从嘴巴里面吐出来，所以真的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啊！这真的就粪水会从嘴巴里呕出来啊！这是经络型的啊，这些到病到这个阶段都很难治，各位啊！所以啊，一直要强调说，消化道肿瘤一定要早治疗，到晚期都成这个样子，你真的很难治疗，很棘手啊，真的很棘手。好，所以再次敲黑板，再次强调，一定要重视早期预防癌前病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直播呢，也能引起各位的重视啊，有病不要拖，及早治疗，你越早治疗越好，越好处理啊。所以一定要趁未病的时候啊，就把病给扼杀在摇篮里面啊。甚至你越早治疗，预后越好。等到晚期已经医院跟你说没办法了，你回去吧。那这时候大家都很难啊，都很难。好，这里引用一句话，各位。这个李兆生院士啊，他是我们我国消化道这块的这个院士啊。他说，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条生命，幸福一个家庭。也就是说，越早发现的这个癌症啊，你越早处理啊，那么这个会挽救一条生命，挽救一个家庭啊。各位注意。好，那么再进入第二句话，癌细胞啊的浸润范围啊，早期的话仅停留在消化道的黏膜层和黏膜下层。也就是说，讲大白话一点，就是它在很表浅，还没扎根下去啊。那么在这时候呢，而且要命的是，在这个阶段啊，它不一定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所以很多人会忽视，会大意啊。好，第三个点，消化道早癌显著的特点啊，是早癌的病灶比较局限，它没有扎根的这个动作下去啊，那么转移的几率比较小，多数的患者症状比较轻，甚至没有症状。那么各位注意，在这个早期阶段进行治疗，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就是说越早发现、越早治疗的效果更佳，甚至能够根治，好，保证不再复发。所以各位要注意，各位要注意。那么同时呢，我在这里也要跟镜头前的朋友们说一下，如果咱们已经是早期查出来啊，已经是有这个肠道肿瘤，但是刚经过手术啊，那其实上我想，哪怕已经手术过了。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没关系，其实上我们算是幸运的，不幸中的万幸。各位，哪怕你现在已经手术切过了，那至少说明还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至少把这个早期能扼杀掉。各位，但是呢，也一定不要太过度。各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很多早期的癌症，它是不需要手术的，也不能手术。比如说像什么？比如说像很多萎缩性的胃炎啊，萎缩性的胃炎，如果它有这个明显的肠上皮化生，这时候其实上都还是有机会的。你通过中药的治疗，它完全有办法逆转啊，有办法逆转。这时候你就不需要挨这么一刀，没有必要啊。所以也就是说，哪怕是咱们早期啊，如果你听我今天这场直播，那么你如果是有早癌的患者，你更要注意，要把这个癌前病变给逆转回去，给治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如说你已经是手术过后的啊，那么恭喜你，实际上你还有机会手术。那等到已经没有机会手术的时候，已经是很中晚期的事情了啊，那都是不幸。那不管是哪一个类型，实际上都有办法
让中医药帮你一把啊，至少如果有干预的话，我们在整个的生存率啊，或者后面的愈后都会大大的提高啊，所以各位都不要气馁。好，各位，那么这就是早期食管癌镜下的表现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其实上都还可以逆转，各位啊，早癌底下的这个表现啊，这都是可以逆转，各位啊，这时候肿瘤还没那么可怕，这时候来治疗相对来讲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阶段啊，这还有很大的机会。好，那么给大家普及一点知识，那么第一个，这个食管癌前病变有哪一些呢？第一个，那么当各位在病理上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上皮异形增生啊，那么看到这几个病的时候，几个字的时候，就要一定要特别重视啊。那么这时候就是癌前的病变啊。那包括有一种食管病叫巴雷特食管病啊，巴雷特食管病。那么它这种啊，跟长期的这个反流啊，反流性食管炎刺激这个食管黏膜，导致食管局部的这个细胞发生变异，开始变坏了啊。那么这就是食管癌的癌前病变。一旦诊断出这种病变了，你就要开始重视了。一旦失治的话，下一步就是食管癌，各位注意。那么包括还有哪些癌前病变要注意呢？像我们讲的慢性的食管炎啊，这个食管白斑病变、食管的稀释、喷门式食管症、反流性食管炎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食管良性狭窄等都要重视，因为这些病症一旦失治之后啊，经过几年的变化，它都很容易癌变啊。那么各位注意，那大概从症状上来讲的话，大概怎样的这个人群要注意呢？就动不动啊就容易反酸、烧心、咽喉异物感。甚至你烧心的时候啊，还会觉得怎么样？胸闷、心慌、大汗淋漓啊，甚至是你吃一点就想吐，就吞不下去。这些症状啊，都是要引起重视。一旦时间长了之后，都很容易发生恶变，各位注意。好，再来，胃癌前病变有哪些？胃黏膜的萎缩、肠上皮化生、异形增生以及上皮瘤变。你看到病理活检之后，看到这些变化，都要引起重视。这就是一个癌前病变。再下一步，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变成癌细胞啊，都要注意。那么还有，胃癌前病变有哪些呢？慢性萎缩性胃炎啊，胃溃疡、胃息肉啊，还有这个手术后胃啊，还有这个肥厚性的胃炎、恶性贫血等。各位，一旦看到了这些病变啊，也要及早及时的治疗啊，你千万不能拖啊，拖久了都很难好。各位，特别是很多人啊，不把胃溃疡当一回事，各位。胃溃疡如果你长期没治好的话，它这个溃疡就会长期的。各位，我们这个胃挺麻烦的，你每天都要吃东西，它很难休息。那一旦它发生一点破溃啊，你没有办法给它好好治疗的话，那它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要么就穿孔，突然胃就破了一个洞，你想想这多可怕。要不然呢，就经过长期的变化之后呢，它会癌变，这都很麻烦啊。所以一定不要觉得小病无所谓，必须要给它治好，必须要治好。各位要一定要阻挡它的进展。所以各位看，那么这是一个大概的变化。你看，大多数时候胃都是正常的黏膜啊，慢慢时间久了就变成慢性胃炎。好，那么再到跨到癌前病变啊，它就变成萎缩性的肠化生，也就是说部分的这个胃的这个黏膜啊被肠的黏膜所替代啊。那么时间再长一点，就变成异形的增生，这实际上已经是早癌了，已经是癌前病变了。好，那么到最后呢，就发展成不可控失控的胃癌啊，这都很麻烦。所以各位一定要趁早，最好在这一个阶段。就控制住，不要再让它进展。那么到这个阶段还有机会逆转啊，到这里就很麻烦了，各位。所以很多癌症的发生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这个胃癌啊，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变成胃癌，它肯定是在几年之内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各位。所以一定要重视啊，不要轻视，不要轻敌。好，那么这里强调一下，各位可能会觉得这个看到评论说这个什么会有细化啊。那么各位注意，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各位中医想要生存，各位的胸怀一定要大一点。各位，如果你跟西医讲，他讲的一些知识你都听不懂，那么怎么去交流和引导他们？各位，你千万不要说这种傻话啊，因为咱们民众很多都是这个非专业人士，你可能很难理解。各位，你中医的话，各位为什么我们很多的专利都被日本人抢去了？为什么很多汉方你去买个速效救心丸你都得给日本人付钱？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国家慢慢特别是在之前没有话语权。各位，你想让世界专利这个知识产权也好，或是让世界的这个学术界认可你，你怎么办？你必须得写文章发文章做实验啊，这个让大家都公认，让全世界学者都公认。所以你中医也要必须懂一点西的知识，而且是以中医为主，你得去让他们知道啊。
相反，假如说各位，如果你只是懂得关起门来，你没法让西医讲清楚，你没法让他们都信服你，那么你中医只会拱手让给别人。各位，所以各位可能不是专业的医生，不是做这一块事业的，你可能很难去理解啊。这是，但是各位注意，我们所有做的一些事情啊，都是以中医为出发点。那么呢，有些，特别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他会去体检啊。当然，如果你体检报告如果拿来给我们看，我们一点都不懂，那也不行啊。但是各位注意，我们看这些报告或者是讲这些知识，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病啊，早期来防治。但是呢，我们在治疗上绝对都是纯中医化，不管你啥，不管你是啥诊断，照样都给你好好治疗啊。所以各位要千万记住这个点，并不是说我讲一点西医知识我就西化，这绝对是错误误解啊。希望各位要有这样的一个胸怀，不然啊，中医只会被我们自己给玩坏了。各位，你只会把这个东西拱手让人，外国资本看到我们这样子玩，他们可能反而是高兴的，你们这窝里斗，然后我资本就来这个干一脚，甚至我都跟你抢啊，你抢不过我，是不是？所以各位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好吧？好，那么再一个，结直肠癌，那么很多朋友也会拿着病理报告给我看，什么腺瘤、管道腺瘤啊，还有一个什么齿状的这个腺瘤啊，还有这个腺瘤病啊，各位注意，看到这几个字啊，都要注意，这其实上也可以算是一个早癌，癌前的一个病变，癌前病变啊。那包括说各位，还有像一些这个一些病症啊，也可能长期时间不愈会有一点影响，比如说像溃疡性的结肠炎啊，结直肠的息肉、克罗恩病、血吸虫病啊，以及家族性的息肉病，各位都要注意，都要注意。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癌症呢、啊，它的发生它是有一定的家族因素的啊，这其实上就是我们的先天不足，先天不足。所以有家族史，我们去这个问医生的时候，医生都会讲家族史。所以当有家族史的这个朋友们，更要重视这个事情啊，不能大意。各位，我们永远要记住一句话。他伤之时可以攻愈，他伤之时可以攻愈。各位，可能咱们都看几个视频都觉得没啥，但是作为医生我太清楚了，各位啊，比如说儿科在古代，小孩子，各位去看古时候的儿科，古时候的儿科啊，死亡率是很高的，各位为什么？因为你没法理想状态，你小朋友没法配合你这个视诊核酸等等，他信息很少很少啊，所以古时候的小朋友啊，都特别需要有经验的医生啊，他才能不死。否则古代儿科的误诊率特别特别特别高，各位。那如果我们胸怀宽广一点，不可能每个医生都是像尼斯那么有水平，那么有经验。所以各位想一想，那么中国那么大，那么多的小朋友啊，假如说你没有经验的话，好，你查不出来，但是呢他相对来讲，比如说这个稍微检查，他至少能让你知道病在哪里，你在用药上相对还不会差那么多啊，除非你是个很有水平很有经验的医生，那一回事。但是中国那么大，你哪可能要求那么多的医生都是大师，不可能的啊，所以要有这样的胸怀。但是呢，这叫他伤之时可以攻愈，我们诊断上可以借鉴参考，但是治疗上必须，手段上必须是纯粹的。像我本人虽然我懂很多西医知识，我也会去学也会参考，但是我一点西药都不会开，我也不懂啊，我就纯粹都是用现代，我都是用中医的方法啊，所以这一点必须跟大家声明。好，各位看，这就是镜下这个几个病症哈，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克罗恩病以及结肠息肉，这些都跟肠癌的发生啊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关系啊，所以都要及早治疗啊，及早治疗。好，各位，那么运用中医药疗法可以很好的截断癌前的病变，各位啊，癌前病变。很多朋友啊，以为这个发现了肿瘤癌症啊，给他一切除，手术一做完就不管了，没事的。各位千万不是这样子，千万不是这样。实际上在这里我觉得引用一个学说叫种子土壤学说。各位，癌细胞或者是我们的肿瘤啊，可以看成是这个种子或者是上面长出来的这个异常的东西，各位。但是它的发生啊，它都是有环境的，都是有这个土壤的啊。各位，癌细胞、癌症、肿瘤在一个正常人正气很足的人身上，哎，你这东西还没长就被扼杀掉了。但相反，各位，如果你的体质一塌糊涂，比如说咱们长期处在一个肠道湿热很重的情况下，好，那么哪怕你这时候长出息肉，你手术给他切完之后啊，给他这个切除完之后啊，你这个肠镜给他拿完之后，告诉各位，你这时候不把土壤给改变好，你不换一个好的土壤，你不去把这个体质给改变过来，一定会怎么样？保你不过一两年继续还会复发，还会复发。所以手术也好，或者是所谓现在的化疗也好，或是我们用中一些中医草药去这个抗癌或者是消瘤也好，去攻毒也好，所有的目的只是
把它这个土壤把它种子给拿掉，但是呢，你要连根拔起，要怎么样？必须把土壤给调整好啊，把土壤调整好。所以各位不要大意，你不要觉得，比如说得了癌症、消化肿瘤，你不要觉得把这个东西给切掉啊，这个或者是给切掉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不对。这时候你如果没有把体质调整过来，你没有把身体中医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讲，你没有把这个身体的偏性啊给纠正过来，那么跟各位讲，照样还是会不发。所以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发现后啊，最关键应该是要把土壤给调好，把整个的体质调好，这时候呢才能确保病是根治的。好，好，所以呢，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健脾益气、养血等等方法，改善人体的小生态。好，那么把生态改善完之后呢，土壤改善完之后呢，那病灶啊就不容易再发生。啊，假如说我们只知道从上面把这个癌细胞或者肿瘤给拿起来，好，那么你底下的土壤没有改变好，照样还是会继续长啊。所以各位要注意这个事情，不是一切就白了。好，那我们敲一下黑板，讲一下重点。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几个方法，消化道早癌的这个检测以及筛查啊。那么各位注意，我们刚才讲上工治未病，实际上你真正高明的医生啊，就要在现代医学，在这个 B 超、在 CT、在 X 线还看不出肿瘤的时候，你要是能提早发现身体里面可能有变异的时候，你这时候赶紧用中药来治疗，是不是就逆转了？那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在这里就接着跟各位讲。好，各位，第一个，各位看，很多朋友会咨询一个问题：手指甲上长竖纹、长黑纹。各位，手指甲上长竖纹啊，往往是跟两个肿瘤有关系，第一个是消化道肿瘤，第二个是跟妇科的肿瘤相关。所以各位看一下自己的指甲有没有长这种黑纹，特别是竖黑纹，特别是像这种这么深的，各位如果有的话要引起重视，这是一个信号，很可能是早期啊，或者是即将发生消化道肿瘤的一个真相。各位好，那么各位注意，有没有哪些朋友看到自己手上有这个长竖纹，而且有查出胃肠道问题的，或者是肿瘤的，比如说长息肉，或者是长过癌症，或者是有溃疡等等，有消化道这些肿瘤的，我们这个评论区扣一下好不好？可以分享一下。好，有这个，来各位，如果你当你看到有竖纹，而且已经明确知道自己胃肠道问题的，你在评论区里面打自己的病好不好？啊，胃溃疡，有息肉，啊，痔疮应该还好，有息肉，哎，很好，恭喜！有朋友说这个没有颜色，那就好，啊，有胆囊息肉，对，胆囊息肉也算是一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做完手术了，萎缩性胃炎 ，OK。好，好，各位注意，所以啊，一旦看到手指上，啊，特别是这个越多的手指有这样的竖纹，而且是又黑又粗，那要注意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有消化道的肿瘤啊，各位注意。那么哪怕你这个有竖纹，但是呢你暂时还没看到发现有肿瘤，也不要掉以轻心，这是一个提前的信号。各位，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啊还没长出肿块的时候，身上会有一些信号，那么这就是一个早期的信号，一定要引起重视。好，那么第二个方法，穴位检测。各位，这个穴位检测啊，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国内一个经络大师盖国沙先生研发的这样一个诊断方法。各位，那我们有一个穴位啊，它是可以判断这个肿瘤的恶性肿瘤的一个方法。各位可以在心大气穴上面找一下痛点。各位可以在家里试一下，或者是去验证一下。好，那么在臀横纹啊，我们臀部后面啊这条横纹，臀横纹中点啊的承波穴，然后在腘窝的尾中穴啊，也就是在这个臀横纹中点跟尾中连线的这条线上啊，这条线上的中点啊，中点，那么向外再向下啊，旁开各5分，这个穴叫心大气穴。各位找到臀横纹，再找到这个后面的这个什么腘这个膝后面腘窝的横纹啊，那么两个连线中点，再往外这个半寸，再往下半寸，有一个穴位叫心大气穴。各位
正常来讲，这个地方按下去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假如说当你摸到这个地方有很明显的结块、硬块、包块或者是剧烈的压痛，那么这时候往往是体内开始有癌细胞或者是恶性肿瘤的一个什么真相。特别是各位，如果家里面已经有恶性肿瘤的这个亲属，你可以在这里找一下，一般会摸到一个硬块或者是一些异常的点，各位可以摸一下。好，那么这是一个定性穴。好，那么当你这里摸到硬块之后啊，你再去触摸，如果你在食管下输摸到一个压痛点或者是包块，往往是有胃癌的早期真相，或者是已经是有胃癌。好，那如果是在中脘或者承满穴上面摸到硬块或者是严重的压痛点，哎，可能是有胃癌或者是有胃癌的倾向。那么大肠癌呢，在大肠输或者天输啊，这两个大肠的输木穴上面摸到一些反应点，那么很可能是结直肠癌的前兆啊。我们看一下，各位，食管下输呢又叫移输，给各位普及一下，移输这个穴位啊，它是一个经外奇穴，它出自于备急千金药方的这个一个穴位，是这个治疗消渴的经验穴。各位，那么这个位置啊，大概相当于现在胰腺的一个反射区。各位，好，那么给各位普及一个点，各位家里面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你在旁这个智慧穴上往往能压到一些这个痛点啊，或者是一些结块，那么呢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刺激，比如说进行推拿、艾灸、扎针，那么有助于降糖或者是治疗早期的糖尿病啊。所以各位可以这个看一看。那么同时呢，在当这个地方呢有压痛的情况下，也容易代表什么，有食管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穴。好，那也就是说心大气穴压痛或者有反应点，加上这个什么胃往下输也有反应点的时候，那就要重视了，可能是食管有问题啊，或者是容易有食管癌的倾向，而且你反应越剧烈硬块越大，那么呢这个可能性就更强，各位注意。好，中脘承满，中脘就是在肚脐跟这个我们的胸腺连接处啊，这个中点这个地方，脐上四寸啊，脐上四寸的位置。承满呢是在上腹部脐上三寸，脐上五寸啊，正中线旁开两寸，跟天枢对齐的这个地方。当这两个穴啊按下之后呢，有压痛点或者硬块反应点，那么再加上心大气穴的这个阳性反应的话，往往呢是胃癌的一个可能性或者一个前兆啊。各位不妨可以去探压一下啊，可以去测试一下。好，那么如果说大肠输啊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以及在肚脐旁边两寸的位置啊，这两个穴位呢能摸到一些压痛点或者硬块啊包块，再加上什么心大气穴的压痛，那往往要注意结直肠的问题，很可能是早期结直肠癌的这个征兆啊。所以各位不妨在家里面可以测试一下啊，特别是心大气穴可以按压。好，那么各位发现了也不用害怕，那么就更要竖起警惕了。第一个，不反对各位必要的检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第三点呢，可以怎么样，一定要早期适当的治疗，特别是运用中医药治疗，可以帮你逆转或者是预防这个问题啊。好，所以不反对各位适当的做 X 线背舱啊，排除是这个早期食管癌的问题啊，或者是做个胃镜、做个肠镜，必要的都可以做啊。那么或者是肿瘤标注的检查，那么特别是啊长期有胃肠问题的啊，以及你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这都是高发啊，不反对适当的检查啊，不反对。好，那么我们再讲具体一点，那么对于食道癌重点人群筛查，各位注意，我们这里强调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期都有机会，晚期都很被动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当我们年龄大于40岁，而且是处在食管癌高发的地区啊，而且有上消化道症状，比如说进来无故体重就消瘦下来，一下子暴瘦掉得很快，吃东西的时候各位注意，有吞咽感、吞咽困难啊，或者是胸骨后啊有烧灼感，或者是有针刺样或者是牵拉样的摩擦疼痛啊，食道内有异物感、胸口烧灼感，那么这个都要注意啊，这个、都要注意。以及有家族史，比如说这个直系亲属啊，这个父母亲有这个或爷爷奶奶有相关的食管癌，那么都要注意。或者是患有食管癌的癌前病变，比如说我们讲的巴雷特食管病，或者是严重的胃食管反流病，都要注意。以及其他的食管癌高发因素，比如说吸烟、重度饮酒啊，或者是头颈部或者呼吸道鳞癌等，也容易导致食管癌的发生。
所以各位注意，一二三四五六点要引起注意。未来也是一样，大于40岁以上以及处在未来的高发地区，特别是我们讲长期有吃腌制食品的习惯啊，这个都要注意。还有这个严重的 SP 感染者啊，这个幽门螺杆菌严重感染者啊，以及既往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手术后肠胃以及肥厚性胃炎、恶性贫血等癌前疾病都要重视啊。那么以及这个有一级亲属啊，这个父母亲啊或者兄弟姐妹有这样的一些病症。好，还有这个存在高因素、高盐、盐制饮食、吸烟、重度饮酒等都要注意。好，那么底下几个指标就不多讲了。那么重点讲一下症状，比如说不良症状信号有哪些呢？上腹部出现消耗不良，经常打嗝、反酸、嗳气、烧心等不适症状，或者是上腹部的疼痛、大便发黑，或者是大便出血，或者出现饱腹感或者烧灼感、乏力、消瘦、人瘦得很快、贫血一直好不了。各位，特别是贫血一直好不了，都要注意哈。那么大便为什么发黑呢？就是早期胃出血排出来之后呢，就变成大便发黑了啊，都要注意。好，大肠癌重点筛查啊，一般是45到70岁都要70岁都要注意啊，便血啊或者是粪便凝血实验阳性啊，以及一级亲属啊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亲有结直肠癌的病史啊，那么既往啊有直肠腺瘤的病史，各位不要说把这个以为把这个肠镜下切除后就没事。很容易复发的，各位，所以你要定期去复查，或者是要用药物去干预啊，去调整。有癌症史，以及有排便习惯改变。什么叫排便习惯改变啊？比如说这个突然这个大便的习惯改变，比如说你原来一天拉一次，现在一天变成拉4-5次，经常这样子，而且很难，你吃胃肠药也很难纠正过来啊。或者是大便突然怎么样，变得很细啊，那么变得这个就是，或者是带有粘液、带有血液，都要注意。好，符合以下任意两个症状也要注意。第一个，慢性腹泻、慢性便秘，或者是腹泻便秘交替，或者是出现粘液，出现这个大便里面带血，或者是蛮这个以前有慢性阑尾炎，或者是阑尾炎切除史，也容易有这样的病变。好，那么慢性胆囊炎或者是胆囊切除史，也容易有这样的这个肠道的变化，以及什么长期的精神压抑啊，也容易产生损伤，影响到这个肠道啊，要注意。好，所以上述是重点人群，各位一定要注意。好，我们先喝口水休息一下。各位，这个语速能接受吗？各位？哦，对，吃含铁的食物，以及含有这个吃血液品都会出血，没错的啊。吃猪血、鸭血，第二天起来大便都会发黑啊，所以一样的啊。那么胃里面有出血的话，大便也容易这个变黑啊。好，感谢各位的反馈。那咱们继续，我尽量慢一点啊，尽量慢一点。好，我们继续。好，因为我们时间内容挺多的，讲太慢可能会讲不完啊，所以有点赶。但是呢，我尽量再慢一点。好，继续。好，接下来重点来讲一下消化道癌的胃教遗嘱。各位，这部分啊一定要重点听。如果呢，咱们习惯都很好，那继续保持。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既往有长过息肉，或者是做过一些小手术，或者是有严重的幽门螺杆菌感染啊，或者是什么有家族史啊，这个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亲啊，有这样的一些消化道肿瘤病史，那么作为我们本人啊，更得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啊，更得注意这些这个胃教遗嘱。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讲一讲啊，这个消化道癌的胃教遗嘱，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一点，避免炭灼。各位，在很多食道癌高发的地区啊，像广东，像我们这个，我是潮汕人啊，潮汕人喜欢喝功夫茶，三个小小的杯，一口就闷下去。各位，很多时候很多食管癌的这个发展，跟食道长期的烫伤有关系。各位，实际上如果说从这个细胞病理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我们把一个地方的黏膜啊。这个灼伤之后它需要修复，但是你给它灼伤之后它会产生瘢痕，你这个也很难彻底修复，因为你这样子这个它在修复过程中呢，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喝东西，那你这个时候反复的给它烫伤，它就很容易变坏，它就很容易反抗变成癌细胞啊。所以过去避免烫伤是预防食道癌很关键的一条啊，避免灼伤。那么这个避免灼伤啊，
所以东西过去，东西不能喝太烫，你不能一下子，比如说一口汤你没有注意，就一下子一口就下去。所以各位吃饭太急，长期汤很烫，水很烫就喝的人，千万不行，长期下去啊，很容易灼伤食道，导致食管炎，甚至诱发食管癌。所以这是第一条医嘱，吃东西一定不能太烫，不能灼伤。那么这也衍生到了第二条，各位，那么呢，烈酒像我们讲的高度酒、白酒，我们讲的茅台啊，像这样一些高度酒，适当的你要控制，你不能太嗜酒啊，天天长期刺激啊，也很容易得这个食管癌。啊，所以要避免这个灼伤，以及避免吃太这个高度的啊白酒，它很容易灼伤胃黏膜，小酌就行，不要过度。第二个，忌食辛辣啊，那么辛辣刺激的东西啊，本身能这个刺激邪气的增长啊，也容易灼伤黏膜啊，所以呢，辛辣的东西啊也要少吃，实际上不是那么好的。烟酒一样的，酒精跟烟呢，都是会伤阴、会助热啊、会助长痰湿的这样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说实话，这个不算是什么好东西啊，所以小酌或者是小抽啊，出于社交的用途都不管对，但是呢，一定不要太长期的、过度的烟酒，绝对会加重这些不良因素啊，会损伤正气、助长邪气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会助长癌细胞的发生。少食烟熏，各位，这个绝对是重点，各位要预防消化道的问题，预防消化道肿瘤啊。绝对一定要少吃腌制啊，腌制就是这个拿高盐盐去腌制的，像腌肉啊、腊肉啊这样一些腌制的，像酱虾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啊，一定要少吃。以及呢，熏烤的东西啊，熏肉、腊肉都要少吃，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习惯。各位偶尔嘴馋吃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把这东西啊当成常年当成饭吃，天天吃，那绝对早晚要出问题。各位啊，所以在我们一些这个胃癌高发的地区啊，往往都是喜欢吃腌制烟熏食品的这样一些地区啊，这是就是病从口入。再来，进食梅五，各位没病的时候啊，一口都不能碰，这是进食，各位不是少食，是进食，这是一级最容易诱发癌细胞啊，最容易助长邪气的一个这个东西啊。各位，很多东西发霉了，千万都不要吃，比如说什么，像我们讲的这个，所以告诉各位一个细节哈，比如说各位，很多时候霉菌啊。不太那么好看出来，所以各位记住一个点：当有一筐家里的水果啊，开始有一个开始发霉的时候，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不要只知道把这个烂的水果扔掉，其他水果你全部都要严格的吃之前都要严格的洗刷冲一遍，否则呢，这个东西是看不到的，甚至你可以把皮削掉，这要注意。好，那么所以一定要进食梅物，那么包括说过已经是发霉的啊，甚至是已经是这个什么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要吃，宁可这不是浪费问题。宁可都丢掉啊，否则反而容易造成身体的损害，得不偿失。好多食蔬纤，各位要适当的吃蔬菜跟这个粗纤维的这个东西啊，多吃蔬菜，各位多吃蔬菜呢啊，能有利于清洁肠道啊，而且呢，这蔬菜本身啊，这个有一点这个清热啊、助通便的作用啊。那么各位水果的话要酌情，假如说咱们的体质啊比较偏热偏食，水果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假如说你身体比较偏寒偏凉、痰湿重的话，哎，就不要吃太多水果了，反而不好啊。我们提倡多吃蔬果啊，良好作息啊，你良好作息，睡好一点，休息好一点，这是保证你的什么呀？抵抗力在线、正气在线，你才能把每天身体产生大量的这种癌细胞给清除掉啊。这个叫扶正抗癌，调畅情绪。各位，情绪对胃肠道的影响太大了啊。所以要预防这个肿瘤，要预防癌肿瘤的进展，第一步就是要调畅情绪。各位，哪怕咱们现在在收听的观众里面有已经获得了得到癌症的这个消化道癌症的这个朋友啊，特别是包括其他癌症的患者，各位，你不要自己先绝望。各位，我们临床上看到太多了，各位，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会受到反馈的啊，身心是一体的。各位，如果你很积极，你不把这病当回事，就坚信我能好，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你抗癌路上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假如说你很悲观，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治疗了，无所谓。好，那不好意思，医生药在您到你这里呢，肯定都要打折扣啊。所以良好的情绪以及心态啊，在治疗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啊。所以各位，我手上那些能把脑癌逆转的，能把癌症给逆转的，甚至能取得特别好效果的，都是那种特别积极。医生没事，你就给我好好治疗，好好开，你开什么药我都配合你，你严格遵照医嘱啊。然后呢？
它是中药也吃，西药也吃，甚至这个中药会按照你的这个要求啊，一天吃什么好几种啊，好好吃，而且会遵照你的医嘱，什么不该吃啊，会很详细的问医生。这种往往效果都特别好，很多所谓的奇迹啊，或者是很好的案例，都是这样的一些患者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依从性极度高，极度配合喝药，极度配合生活作息，以及心态非常好的这类患者，特别的棒啊。所以情绪啊，调整情绪，能很直观的影响到咱们的身体啊。还有防 SP 感染。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空点时间跟各位聊聊。说的 SP 啊，就是我们位于这个所谓的幽门螺杆菌。那么各位去做碳十三呼吸试验，或者是做胃镜的时候，医生往往都会跟你讲这个 SP。那么各位注意 ，SP 啊，在我国呢是一个感染率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啊，喜欢一起围餐吃饭，也喜欢怎么样拿筷子，所以这个主要是通过唾沫去传染的。所以往往一般家里面有一两个人有的话，其他人成员都容易有。都容易出现啊，都容易出现。那么跟各位讲，很多时候西医看到 SP 一高，马上就要求你吃三联药、四联药，要去杀这个 SP 啊。那所以有很多朋友就开始有一个疑问啊，有几个疑问。第一个，中药能否根治 SP 感染？好，那么这里明确跟各位讲，我们目前呢已经看到有一些案例，包括现在的药理啊也研究，中药其实上它是能调治 SP 的。啊，但是思维有点不太一样。各位，如果说把这个 SP 感染，把 SP 这个幽门螺杆菌当成是苍蝇或者是虫子啊，比如说我们就它类似于什么，长出苍蝇虫子，那么西医的思路是什么？哎，直接拿个这个灭蚊器啊，或者是直接拿这个毒剂给你把这个苍蝇干掉啊，干掉。好，那么这时候你 SP 可能短期内就下来，但是中医不是哦，中医它不仅只为你这个苍蝇蚊子怎么这个要杀蚊子，我们会考虑怎么样？会考虑说，哎。你蚊子苍蝇是怎么来的？好，所以这时候呢，哎，我们的做法是这样，调节内环境啊。当然，我们有几个中药，它是能这个明确抑制这个 SP 的，但是我们更多会着眼于什么？把你整个内环境调好。比如说房间里面是不是垃圾放太多了啊？是不是杂物太多了？好，那么呢，我通过中药来调理你整个环境，把房间里的垃圾清出去啊。虽然这时候我可能这个没有像西医的消毒剂那么厉害，能把蚊虫一下子就干下来。但是呢，随着里面环境的这个变好，是不是苍蝇蚊子都会自己跑掉啊，不再生长？所以这是中西医思维的一个差异啊，这就是土壤跟种子的一个这个区别。所以明确跟各位讲，中医药也是能治疗 SP 的，只是相对来讲会慢一点啊，因为它要整体调治，它更多是着眼于你整个内环境的改善，所以相对来讲它是一个长远的工程啊，所以会相对会慢一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SP 到底好不好？各位。为什么现在大家西医会那么这个抗拒，会那么重视 SP， 甚至会有各种科普，这个来强调这个事情呢？因为在部分的研究里面啊，发现很多胃癌的发生啊，跟 SP 的感染有关系。也就是说，有感染这部分 SP 的人群啊，比较容易得胃癌，所以西医看到 SP 感染，立马就要给你根治掉啊，根治掉。但是不要忘了，各位 ，SP 它是会复发的，为什么呢？就是刚才的道理。你体内的环境不改变，你哪怕杀一次两次，它还是照样会复发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种子跟土壤的关系啊。所以你在杀虫的同时啊，你要把内环境给改掉，要把垃圾给清除出去。清除垃圾就是中医药的方法啊。那么去杀蚊子、赶蚊虫就是西医的方法啊，三联药的方法啊，这一点是区别所在。好，那么所以呢，因为现代医学意识到 SP 感染跟胃癌的发生有一定关系。所以呢，就临床上出现了大面积用三联药、四联药抗 SP 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各位，但是现在近几年，西医啊开始也推翻自己的说法，不推荐凡是看到 SP 阳性就去根治，不建议。为什么？因为现代医学发现这个 SP 啊，它不仅它是一个很古老的细菌了啊，也就是说你把它赶尽杀绝之后呢，有些人反而会引起不适，甚至容易罹患甲状腺等等这样一些病症。所以开始发现一些弊端，所以不提倡一看到就杀害啊。那么所以要不要杀呢？在这里我给各位一个建议。第一个，如果呢只是查出来稍微有点阳性啊，你症状不是那么严重啊，甚至是你体质很偏颇，你整个舌苔又湿又黄又厚又腻的啊，有很明显的中医症候，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先不杀，你优先以中医的疗法为主，疗法为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杀完之后呢，很容易复发。
甚至啊，你用301、401、501都很难去根治的这种患者，就是耐药型、不敏感型的这类患者呢，优先中医药治疗，不吃 SP， 不吃301，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呢，还有一点，查出 SP 感染，但是呢，你没有症状，没有症状哈，也就是你查出 SP 感染，但是呢，你又不反酸，你又不会痛，不会胀，又没有消化不良，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吃，一吃就是冤大种，各位，那千万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这时候你只是处于一个良性的状态啊，那么这时候你通过喝点中药，马上就能逆转啊，所以不需要多此一举。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啊，各位，这个观点不代表机构，就是我个人而言。那么只有一种患者，只有一种人群，我推荐可以酌情考虑 SP 这个抗 SP 吃中西药结合，就是有家族史，就是你爷爷奶奶或是直系亲属有胃癌病史，而且呢你本人 SP 感染已经高到数值非常非常高啊。再者就是怎么样，你有严重的胃肠的这个症状啊，胃肠症状，那么这时候不反对你配合301、401药，我只能说是不反对，但是没有说推荐，不反对你配合啊。但是最根本还是怎么样，你必须要调节内环境，以中医药为主。好，所以总结下来三点。第一个，不是看到 SP 就得这个赶尽杀绝，它也是有它好的一面，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点呢，有 SP 感染，但是呢你又没有症状的情况下，你就不要再去吃301药，没有必要，这时候你反而会容易出问题。好，第三点，根治 SP 呢，不是说你吃了301、401药之后就万事大吉，不是，很大部分人你吃完两次之后可能要杀两次之后呢可能还杀不干净，甚至会复发。耐药型的这种人呢，你更得通过中药的方式去调节土壤，这是第三类。第四个观点，只有一种人可以酌情让你去配合啊，中西结合配合，也就是说不反对你去吃这个301、401药，就是有一级亲属有胃癌，以及你有严重的症状，而且你这个感染指标已经高到特别高的情况下，不反对但也不推荐，你可以中西结合治疗，但是还是得以中医为主才能解决问题啊，这是一个这个观点，各位参考。好，那么在烹饪的方法上面啊，我们推荐什么？多蒸煮少煎炸，也就是最健康的方法就是要锁住新鲜，尽量以这个蒸和煮的方式啊，少去放油煎炸啊，这种煎炸方式啊都很容易刺激啊，导致这个胃肠道的滋生 SP， 滋生我们所谓的细菌，就是湿热，助长湿热啊。好，最后一个就是朋友们熟悉的放水分离饮食法啊，放水分离饮食法。那么我相信这里面也有应该有这个刚刚来接触蒙墨子的朋友，那么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放水分离饮食法。各位，放水分离饮食法太好用了，各位，我临床上都会普及给我所有的胃病患者啊，这个百分之至少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个接触的患者里面70%患者是适合的。各位，特别是当你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当你经常会有反酸、反逆、打嗝，经常胃酸很多，饿得很快，而且舌头会伸出来，舌苔是又厚又腻，又白又黄又腻，舌胖大有齿痕，这种体质啊，你建议你最好配合放水分离饮食法。各位，放水分离饮食法，什么叫放水分离饮食法呢？也就是说什么，吃饭的时候不喝汤不喝水啊，以及吃饭前的一个小时，好，吃饭后的两个小时胃排空这个时间段，咱们尽量的不喝汤不喝水。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很多人习惯上会想，我吃饭的时候不喝点汤行吗？很多广东人会有这样的习惯。跟各位讲，如果你胃肠很好，哎，那我不管。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出现胃病，身体湿气很重，以及开始反逆很重的情况下，胃酸很多的情况下，千万要学习这个方法。你只要能掌握好这个方法，你哪怕不喝药的情况下，你病都能好个30%-40%，或者好一半。啊，我之前接触一个朋友啊，他就是长期有这个胃反逆啊，而且他还是有心脏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啊。那么他来找我看是看心脏问题的啊，但是呢，他这个胃实在是难受，他一喝药就难受，一喝药就反逆。那么这时候呢，而且他半夜啊经常会被呛醒，半夜要醒好几次。好，那么这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个放水分离饮食法，我就问他，你平时怎么吃饭的？好家伙，天天就是一个大水杯啊，放一张，因为他爱健身嘛，放个大水杯。好，吃饭之前呢，夸夸夸夸就喝，而且呢怎么样，一边吃饭一边在旁边喝水。嚯，我说难怪你会这么严重。那么你医生的药方再好再高明都治不好你，所以这时候我就要求他必须要戒掉这个习惯啊，吃饭的时候不许喝水啊，不许喝水。那么呢，饭前跟饭后尽量都不要马上喝汤喝水。好，就这么一个习惯下来，药都还没喝几天，
反酸反逆已经好了三成，后面配合这个药物治疗之后呢，一个月之内就把这个胃酸全部治好了啊。本来他晚上都要呛醒两三次，后面就好了。所以各位注意，当咱们身体湿气很重，中焦湿气很重，以及怎么样经常反逆反酸的情况下，你要注意这个方法啊，要放水分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口腔以及胃肠道会分泌大量的消化液，来消化食物，以及呢会分泌大量的胃酸来消化食物。当这个时候，当我们吃饭之前，或者是吃饭过程中，或者是吃饭之后啊，马上就大量的喝汤喝水，会有个产生一个结果，那胃里面的这个胃液啊，会大量被稀释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胃肠啊，我们讲胃肠，它会反馈给我们的心神，反馈给我们的大脑一个信号，哎，胃酸不够了。好，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经过反馈，我们的肝气一输布啊，它就会胃里面就会分布更多的胃酸跟消化液来支持这个消化。哎，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发现一个什么事情，胃酸变得很多啊，就很容易反酸反逆啊。那么长此以往呢，还会出现一个问题，饿得很快，胃酸都饿得很快。还有一个问题，胃酸过多啊，会灼伤怎么样胃黏膜以及灼伤食管，长时间就会导致什么溃疡或者糜烂啊。所以各位注意，家里面有溃疡、糜烂。或是反酸湿气很重的朋友们，记住我这个方法，放水分离饮食吧啊！哪怕你喜欢喝茶，你也不要马上饭后就喝茶，先消化一下，消化个一两个小时再来喝茶，哎，这样更好。好，咱们爱喝汤没关系，可以喝，但是喝汤的时间啊，最好放在什么？放在两餐之间，两餐之间，甚至放在晚一点的时间，这样子呢，既能半空腹，更利于汤里面营养的吸收，再一个呢，不容易加重胃的负担，所以各位可以参考我这个做法。你只要这样一改变，胃肯定会变得更好。好，讲一讲我们中医是怎么来治疗这个胃癌的啊，这个消化道肿瘤的治症经验口诀。好，各位，第一个，分矿施治，分矿施治。什么叫分矿施治呢？各位，实际上作为临床医生啊，因为接触到的患者各种各样啊，作为患者是可以挑医生的。但是我们真正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医生，你很难去挑患者。所以各位来我这里的患者，各位看我这么年轻，看我们这么年轻都会考医生。各位，所以如果你说不懂西医很难的，各位，我不可能像这个临时讲，我就拒诊我不给你看，不行的，不能见死不救。所以他们很多人一来就会拿报告各个方面给你看，各种考验你，就看你这个人水平怎么样。所以每天都会接触到形色的人，各位，那么所以啥情况都有。所以呢，针对不同人的做法，我们要不同的情况，要分矿施治。好，什么叫分矿施治？各位，癌症的治疗啊，说到底呢，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叫扶正，一个叫抗邪。扶正就是调整好体质，调整好我们的什么吃喝拉撒睡寒热，保护好先后天脾胃二气啊，提高我们的正气抗癌能力。如果你一个人连吃都吃不下，喝都喝不下，你还抗什么癌？你不要抗癌了啊，没用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扶助正气。第二个，抗癌供流，这个叫驱邪，要尽量的把体内坏的东西啊，给它赶出去啊，赶出去给消灭掉啊，所以就一个叫扶正，一个叫驱邪。好，那么根据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时期，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好，首先第一个，各位，第一个阶段，假如这个患者是早期癌症、早癌的患者，行，那么这时候一来啊，我们肯定要根据他的体质，辨证辨病机论治，帮他把内环境给调理好，把土壤给调理好。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再适当的用一点抗癌供血的药，把这个种子啊连根拔起，哎，这时候呢就很好治疗，也许只要半年之内就能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异常的病变增生，癌前的组织给逆转回来。好，这时候保你健康，这是第一个啊，早期去邪为主。好，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刚发现的癌症，或者是早期癌症，我们这时候身体状态还好的时候，供邪为主，尽早的把这个邪气给扼杀掉。好，扼杀在有人里面，而且要重视调体质。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当患者已经开始手术完之后呢，而且甚至是有做过放化疗，已经受过西医的干预之后呢，那么呢，这时候已经有一部分的正气损伤，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呢，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攻补兼施，一方面呢，调整整个体质，修复身体这个气血啊，让患者能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各方面都变得更好啊，舌苔变得更正常。气色变得更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适当的用一点攻伐的药物啊，这个抑制肿瘤的药物啊，来进行对病论治啊，辨病加辨体质，互相论治。但是呢，到了后期啊，已经被医院放弃的，
这个癌症已经大面积转移了，患者已经很痛苦，大时大需之症啊。所以各位，到晚期真的是很麻烦。晚期癌症的患者会出现一个情况，全身消瘦啊，各位，恶病是皮包骨消瘦，血象又低，人又很累啊。然后呢，这个精力又不济，身体怕冷很厉害，要么就全身发热啊，阴虚很厉害，要么就是怎么样，一吃东西就吐，食欲不振，已经没胃气了，宗教无火啊，啥都吃不下，一吃就吐，一吃就吐。要么就便秘十几天都不拉一次，要么就腹泻一天拉十几次啊，就是身体状态极度虚弱，神已经很神疲，气少，这是一个方面，正虚到极点。同时呢，肿瘤癌块又疯狂的增长啊，肚子越来越大，撑得很大，甚至这个肿块已经把整个的胃和食道都堵死了，一直在发展，一直在破溃啊。也就是说，邪气一直在增长，这个正气一直在消退，两阴阳决裂了，各位。所以这个时候你补也不是，你越补肿瘤长越大。你攻也不是，你越攻身体越虚，所以到后期都很被动了，各位，到后期都很不好使啊。所以啊，到最后期医院已经放弃的时候，晚期到处转移的时候，中医就得怎么样？先把人给留住，尽量保证患者怎么样？改善症状，好，改善症状，最至少能吃一点，不要痛得那么厉害，不要恶心的那么厉害，大便能出来啊，这个能睡个好觉啊，把正气留住，把人留住，一点一点把正气给修复住。减少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带瘤生存，这是晚期的做法。所以各位可以发现一个点，到后期啊都很棘手，大家都很难，家属也难，患者也难，医生也难，都难。但是呢，如果你能尽早在早期给处理好，那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各位啊。所以癌症一定要早治疗，早治疗啊。当然我们这里有一些患者效果治疗很好啊，但是呢，到晚期都很被动，你基本上药不能断的啊，药不能断的啊。所以对于大病，确实。更多要强调早治疗早发现啊。好，分化施治，根据不同的阶段和来诊时的情况，我们分开施治啊，攻邪的方式力度各不同。对症调治，一方面要针对不同的症状来这个着眼啊调症状，一方面要重视患者体质啊，比如说是阴虚阳虚血虚气虚啊，这个血瘀等等，调兼顾体质。那么从不同的症状来着眼给给予处方，比如说后期什么水入则吐水入则呕啊，我们可能会用五苓散或者是小半夏汤啊，或者是柴胡大柴胡这类啊。比如说长期大便不出，哎，那么我们可能什么可能用大柴胡这类的啊。比如说淤血很重，我们可能用桂枝茯苓丸啊等等这类，或者是阁下逐瘀汤这类的这个药方啊等等，针对不同症状切入体质整体调治啊。升清降浊，升清降浊啊，各位，我们讲什么叫升清降浊。胃肠的功能，胃一降，消化道从胃到肠到肛门应该以通降为主，这个胃浊气一降，也就是说要通过胃气把胃气往下推，把垃圾把癌症把淤血把这个毒素全部从肠道向下排出，这个叫降浊。升清就是要加强脾胃的运化功能啊，增强营养的吸收，气血的分布，把正气扶起来，这个叫升清啊，就是胃要降，脾要升啊，升清降浊啊，这是一个治疗法则。以及呢，这里面蕴含这个原则，要攻补兼施，平调寒热以及气机啊，这是蕴含的三个点。再一个，对于中医药来讲，有部分的中药它是可以以毒攻毒的。各位，癌这个东西啊，烈性很大，它就是不听话啊，到处疯长，到处破坏。那么这时候呢，你没有金刚的手段，你就遏制不了这个病邪，所以你就必须要怎么样，以毒制毒。就必须得用一些有毒的药物来攻来抗邪。各位可以发现一个事情，你看中药很平性的，能给大家作为花茶来泡的，像菊花金银花啊，像枸杞，这些东西更像什么食物，它没有偏性啊，它只能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它不会太伤害我们的身体，同时呢也起不了大用，这个叫这个平和的药物。但是像砒霜，像巴豆啊，像这个有毒性的这个动物药蜈蚣全仙啊，壁虎等等，半夏，这些有毒的东西，我们会发现非常好用，对于治疗重大的疾病啊是一绝。所以这个叫以毒攻毒，以毒这个以偏就偏。所以各位，很多人诟病中医的临床下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医生不善于用毒药，不善于用这些大药，所以治不了大病，这很正常啊。但是相反，运用这种面对这种癌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用一些什么毒性偏性烈性很大的药来抗癌攻毒啊，解毒攻癌。那么其实上西医他们的放化疗，西医的放化疗，这个也是这样的道理。
就通过这个放化疗剧烈的这个化学毒物，把身体好的细胞全部都干掉一遍啊，不分敌我，全部杀完再说啊。但是中药还相对还不同，相对毒性实际上比化疗要低很多啊，所以各位要放心，各位还放心。好，那么给大家介绍几个相关中药，各位。好，那这是我们常见用来扶正的药，各位能认得出几个呢？对，各位看看能认得出哪几种呢？好，这是黄芪，对吧？黄芪我们有这个是补脾第一药啊，可以补益肺脾之气啊，补气健脾。这是白术啊，白术呢也可以健脾化湿，补益脾气。这是茯苓啊，茯苓也能这个健脾宁心啊，这个利湿抗癌。好，这个是伤药哈，伤药可以这个补益这个脾的这个脾肾的清。啊，还有这个各位，薏仁，各位，薏仁是个抗癌的好药。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中成药，就是从薏仁里面提炼出来的啊，可以怎么样？可以当成注射剂来抗癌。各位记住我一个事情，各位记住我一个结论，各位可以经常啊多吃一点薏仁。各位，薏仁呢，它是治疗肠道肿瘤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啊，肠道肿瘤。各位不要看它很平和啊，各位。所以各位如果家里有肠息肉，咱们是肠息肉的体质啊，或者是容易长肠道里面有家族史的这个患者，平时呢不妨可以把薏仁啊当成主食来吃，你可以把它煮成饭，煮成粥啊，一般是煮成这个粥啊，可以长期吃薏仁粥，把这个当成这个主食来吃啊。那么一方面不增高血糖负担，另外一方面呢也能起到扶正抗癌健脾渗湿的功效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各位。好，那么这是这个解毒抗癌的一些草药。各位，我们民间呢、有一些好的药方，抗癌验方，实际上就是很多都是一些草药。确实，很多草药具有抗癌、清热、解毒、解毒抗癌的功效啊，所以呢，我们也会拿来用。各位看，这是白花蛇草啊，白花蛇草啊，这个治疗大肠癌或者是这个胃癌是一绝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半边莲，这是半枝莲，那么这三个、一般会做一个药对。来治疗这种湿热型的、湿热蕴毒型的胃癌或者是肠癌啊。好，那么这个是蒲公英啊，蒲公英是治疗胃癌啊，偏热型的、湿热型的，很好的一个药啊，它能这个解郁散结，也能这个清热解毒抗癌。好，那么这是白头翁，白头翁啊也是治疗湿热、热毒蕴结大肠的一个好药啊，对于这个大便里急后重、拉不干净啊、肠道湿滞很重的这样一些患者都适合。哎，这就是动物药了，各位，动物药。动物药啊，动物往往动物身上这些动物都有毒性啊，都有毒性。好，那么它身上的这些毒性啊，也就是它所谓的药性，它可以用来抑制这个癌细胞，各位。好，这是大家都很熟的蜈蚣，各位，蜈蚣啊，蜈蚣呢能起到攻毒上结的作用啊，攻毒上结。那蜈蚣它不仅对于消化道的肿瘤有特效，对于血液病里面白血病啊，或者是甲状腺。以及脑部的肿瘤也有特效等等。这个是野生的穿山甲跑甲蛛啊，那我们问诊呢有一批这个经过批准的啊野生的穿山甲影片啊，那么这个可以起到这个攻癌解毒散结化痰的功效啊，这个穿山甲。哎，考一下各位知道这是什么药吗？我在往期的动物药鉴别里面有提到过这个药，各位看得出来吗？哎，很棒，蜂房。各位，这个是蜂房啊，蜂房呢治疗胃癌呢以及食道癌也是一绝，它可以这个解毒驱风止痛消肿啊，这是蜂房。这是啥？各位，这是壁虎啊，也叫天龙啊，那么这个呢啊也可以起到解经这个散结攻毒的作用啊。哎，那么考一下各位，这个叫啥？这看起来这么可爱的小虫是啥？各位认得出来吗？哎，很棒，屎壳郎就是我们的腔郎啊，这个我们的鳖甲煎黄里面就有腔郎，屎壳郎腔郎、它具有很好的下淤血这个抗癌的功效啊，下淤血啊，所以它对于食道癌啊，对胃癌都有一定的功效。好，那么这几个药就有点难度了，各位。好，这是生棒下啊，这个先跳过，各位先思考一下，这个可能是啥药？这个猜得出来，那真的是高手啊。好，这是伤人而足啊，伤人而足啊，这是槐花，是治疗这个肠道大肠癌便血的一个好药。那么重点看一下这伤人而足啊，这个是这个破血逐瘀消症的。好，那么考一下各位，这是啥东西啊？
有朋友能认出来吗？屏幕里面说一下。哎，雪茄不对哦，生姜不对。哎，不是乳香，也不是牧羊，哎，也不是灵芝，也不是带着石，各位不是，也不是鹿茸哦，各位，它是一个石头，它是一种矿石。好，我再提示一下，这个矿石呢，它能腐蚀肿瘤，对消化，对食道的肿瘤啊有特效。各位，不是朱砂，不是，也不是带着石，也不是雪茄。好，可能很难猜到，不是枳实英，各位，枳实不对，硼砂不对，快快快，猜对了，还不对。嘿嘿，德茶不对，砒霜不对，雄黄不对。好，各位，嘿嘿，那我就不卖弄了。这个啊叫闹石，也叫指闹石、指闹沙啊。这个叫闹沙、指闹沙，一个石头一个卤啊。闹，各位，这个石头啊，它具有一定的腐蚀性，也就是说它能腐蚀肿瘤啊，能化肿瘤。各位，我们一般会用到什么？会这个用在食道癌的治疗里面。一会儿会讲到一个机器叫开道场，我们的很多大师像李可大师，他也很善于应用指闹石、指闹沙啊来进行治疗食道癌。对，我看到朋友已经有打出来了，就是闹沙，就是那个，就是那两个字。对，好，接着讲一下我们问子常用的一些制剂啊，可以用来攻癌，这个治疗这个消化道肿瘤癌症的制剂，给各位来分享和介绍一下。哈，那么第一个这个止痰啊，就是我们倪师所常提到的止痰。对，止痰呢，它实际上是出自于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什么，煎鸡方里面的止痧丸啊，止痧丸。那么在这里先这个什么，让各位猜一下，巴豆跟杏仁啊，这两个药它是一个经方。那么各位记不记得这首经方叫啥名字啊？来，各位知不知道巴豆杏仁出自于仲景的哪个经方呢？我看一下朋友们学的好不好？这个两个有点偏哦，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患者，我们很多的医生啊，都很少用这个药物了。哎，很棒！我看到有朋友提到走马汤特别好啊，走马汤它相对是一首比较偏的药物啊，一个偏的药物。各位，巴豆啊具有菌下攻下寒积的功效啊，它是一个通气药，同时呢它又能抗癌。哎，那么巴豆杏仁啊，都有润下通下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呢，加上了什么带着十个支持子有收敛的作用之后呢，哎，它整个的攻下力度就变得很轻微了啊，就会相对变得很轻微。那么各位，在千金方里面啊，这个方啊原来是治疗什么小儿吐乳、小儿便蒸啊，也就是小儿这个食积啊发热啊，你这个以及这个胃肠道炎症的啊积滞的这样一个处方，所以可以看出啊，它很平和。也就是说，连小朋友都能吃的药，一般都很平和啊。所以各位注意，所以用于成人的话，虽然它药力很猛，但是呢，我们算是什么菌剂缓通啊。所以说白了，这个止痰呢，吃完之后呢，患者会出现一个反应，会不断的腹泻，会把肠道里面从口腔到肛门所有的积滞都给你通通拉出去啊。所以通过这么一拉，可以用于什么把胃肠道清空，治疗什么尿毒症，或者是这个痢疾。啊，以及这个肠管的麻痹，这个吐乳等等啊，把肠道里面的这个水毒、食毒全部给拉出去。同时呢，它又能怎么样？通下窍而开上窍，能让胃气下降。所以啊，它也能用来治疗什么食道癌等耶格重症啊。因为本身巴豆啊，它就能怎么样？它就能这个攻癌消这个消结啊，所以这是一个作用。好，那么再来，各位，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止闹沙，给各位看到的。好，那么这个开道场是专门用来给食道癌患者用的。各位，各位都知道，食道癌患者到后期很痛苦，因为整个癌症啊，它会堵塞在食管里面啊。那么一堵塞完之后，你水又吃不下，东西又进不去，那么一吃又吐，一吃又吐在里面，很难受。那么这时候呢，假如说有一种药能把这个肿瘤啊稍微给消磨一点，像一把手术刀一样给它削平一点。哎，那么患者呢还能吃点药，喝点东西，取了一点生机啊。那么有没有呢？有，就是开道场。开道场有很多个版本啊，从中医内科学教材到民间的各个大师啊都有。那我们取的是李可大师的开道场版本，这个做成了这样一个丸剂啊，一个散剂。各位，止闹沙为君药，
它能腐蚀流体，也就是说吃完之后啊，这个能把流体给消磨掉啊，能腐蚀流体。那么雄黄可以解毒，可以上结，硼砂火硝啊，跟这个硼砂火硝啊，儿茶冰片都是消肿上结的啊一个这个作用。那么门石呢，跟这个沉香能这个降气消痰啊，那么加上四川粉呢，能润燥养阴，防止这个刺激过度。那么这个药粉一般我们用的时候啊，是让患者呢，这个每次拿一勺哈、啊，对着分泌，那么呢把这个对好之后啊，含在嘴里面，慢慢的咽下去啊，让这个药啊慢慢的顺着食管滑下去啊，那么这个慢慢的作用在流体上面，把流体消磨一点。一般来讲，如果患者这个服用得当的话，很快吃完这个药之后呢，我们是每半小时吃一次啊，可以重复吃。一般来讲，患者这个治疗得法，很快呢就能感觉到，哎，食道被打开了一样，甚至很多患者吃完之后会吐出一大口痰出来，哎，吐完之后呢，呕出来之后呢，会发现什么？哎，会松了一点。那么这时候呢，哎，就能开始喝一点水，吃一点药了。所以呢，通过这个药粉呢，我们可以给患者争取一点时间，赶紧趁着这个间隙啊，就要喝点药，吃点东西啊，争取一点生机。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药物的手术刀，去腐蚀流体啊，各位。消瘤丸，那么这个啊，由四个动物药组成，手工就是用壁虎啊、姜肠、全蝎跟炙本王啊，能起到一个软坚消瘤、扶正解毒作用啊，对于肿瘤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尤其对于什么喉癌、鼻咽癌、食道癌、淋巴结转移癌效果比较好啊。一般我们以后用在胃癌或者是消化道癌上面做一个配合啊，做个配合。西黄丸，西黄丸我们主要用了什么？乳香末药加上麝香跟天然的麝香跟天然的牛黄，起到一个软坚清热解毒、化痰散结、或者消瘀祛止痛的功效啊。那么对于我们这种肠道的肿瘤以及胃里面的癌肿啊，效果也不错啊，特别是偏于热性的毒性的这种肿瘤效果非常好啊，也就是说分泌物比较偏黄，身体比较偏热啊，这个肿块比较偏于红肿热痛这种类型啊，比较适合阳性的这个癌肿。醒消丸啊，跟西黄丸的不同就在于水飞把牛黄换成了水飞的雄黄。雄黄它是一个热性的药，它也能解毒解寒毒，所以对于身体上阴性的肿块、胃消化道里面阴性的癌块啊，那么比较有特效啊。那么这个可以活血活痰、消肿定痛，治疗阴性的消化道肿瘤。好，胃癌一号，胃癌一号是我们把这个重金的这个黄土汤做成了一个丸剂，做成丸剂专门用来治疗阳虚型的啊，胃阳虚型的这个出血或者是胃癌便血吐血啊，那么可以这么来治疗啊，辅助治疗。三白散主要成分就是桑漆跟白芨，对，桑漆跟白芨啊有很好的这个修复黏膜、止血活血的功效，所以对于胃里面这种溃疡性的啊，或者是肠道里面溃疡性的癌症啊，或者是经常这个消化道出血，那么这个下去啊，能止血、化瘀、修复黏膜、生肌啊，所以能起到这样一个功效。各位，桑漆跟白芨啊，都很容易买到假药啊。我在直播里面有讲到，特别是白芨现在太昂贵了，而且假货很多，所以很多时候你用这个两颗不灵啊，不是说你方不好或者用不对症，而是买到了假药啊。所以各位注意。好，通天再造丸就是我们所谓的蜈蚣跟全蝎，各位。这两个啊都是可以攻毒通络散结的这样一个这个药物啊，可以起到这个西风止痉、通络止痛、解毒散结、开瘀消痉的这种治疗癌肿疼痛。特别是对于什么，各位，很多时候我会教到我们医生啊，要么就开通天再造丸，要么怎么样，开蜈蚣全蝎粉。各位不要觉得蜈蚣全蝎粉很难吃很腥，各位，实际上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味道没有各位想的那么腥臭，还好。而且开成粉剂或者是开成丸剂有个什么好处呢？各位，开成粉剂或开成丸剂啊，它能让这个药丸或者是药粉啊，慢慢的作用在咱们的消化道里面、肿瘤上面啊，也就是说它更多的能作用在病灶上面，所以汤药一喝，哎，它可能很快就被我们吸收，开始在全身作用。但是呢，你吃成用药粉来吃或者是用药丸来吃的话，它可以慢慢的在我们的消化道里面被吸收、被打磨，哎，那么这时候跟局部癌肿块接触的时间会变长。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推荐可以用粉剂或者是丸剂。好，彻底再造丸，
那么就是水蛭螨虫啊，治疗下焦的这个蓄血症啊。那么对于肠癌、肠息肉啊，那么这也是一绝啊，可以配合。各位，这里有个症状叫大便色黑易解，说明什么？这是胃肠道淤血的征象。特别是很多患者吃了这个黄芪之后，大便反而变得更黑、更臭，这都是很良好的排便反应，也就说明癌毒跟淤血从肠道排出啊。各位注意。好，宫丸一号是这个大柴胡汤加上桂枝茯苓丸，而且我们里面还用了生爆夏做成了这样一个丸剂啊。它是一个草木药里面相对来讲宫丸散结消息肉比较好用的一个药丸。各位注意，当我们癌症患者或者是早期有这个结节息肉的患者，我们知道差不多之后呢，都会开一罐宫丸一号让患者长期吃，预防什么癌症复发啊，就消它的因石，消它因石。所以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可以长期服用的啊消因石的一个中药。好，三味丸，各位都知道十九味吧？十九味是我们传统这个古书里面写出来的十九对啊，可能用起来会相反相激，产生毒副作用的一些药对，各位。但是十九味，各位注意，十九味你运用得当的话，绝对也是一个很良好的搭配啊，并不是说像古人用的那么夸张。我们临床上当然只是在用十九味、十八板，很少见到问题，基本上还没遇过啊。所以各位注意，应用得当的话，在高手的手里啊，它是一个妙方；但是呢，这个应用不当的话，也会容易出问题。会，那么十九味就是我们用李可大师他的这个十九味的经验方做成的一个丸剂，特别好用。各位，人参、威武灵子这两个是香味的药啊，那么一个补气，一个健脾补气，一个是什么？活血化瘀定痛。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啊，对于顽固性的胃里面的这个溃疡或者是疼痛啊，它有良好的效果啊，一补一攻啊，相反相激相成。丁香郁金、丁香胃郁金，一个寒一个热一个寒，那么它们这两个加起来能治疗消化道的这个错杂、寒热错杂以及寒热蕴结的这种疼痛或者是淤血结块啊，可以行气止痛、化瘀止痛。只有肉桂跟这个炽石子呢啊，一个收一个散啊。而且呢，怎么样？加起来怎么样？相反相激，可以治疗肠道里面的这个久泻、久痢，或者是这个顽固的寒象啊。所以这三组加起来，相对加起来，相反相激、相成、互相为用，非常的奇妙啊！又补又攻，有收有散啊。所以加起来可以怎么样？止久泻、止久痱、消寒散啊，可以治疗什么？胃和十二指肠的溃疡、冠心病、胃癌、结直肠癌、子宫颈癌、卵巢癌等难治的妇科大夏病。所以这是我们利用传统的药性的偏差来做成的，怎么样？做成的这样一个丸剂。好，那么这是各位所知道的乌梅丸啊，乌梅丸，各位，乌梅丸啊，它是治疗上热下寒、寒热错杂啊，以及久泻久痢这样的一个好方，各位。那么呢，它除了传统的回厥症之外，治疗回痛之外呢，它对于久泻久痢、溃疡性结肠炎以及结直肠癌、癌末的疼痛等，都有良好的效果，各位，所以这就是这个乌梅丸，而且告诉各位，中药里面乌梅可以怎么样？乌梅是治疗息肉的验方、验药、装方中药啊，所以各位注意，乌梅它能治疗息肉，所以很在很多治疗息肉的这个方里面啊，都会用到乌梅、姜黄啊等等这样一些几个药物。好，那么讲了这么多的这个理论和这个经验之后啊，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几个案例啊，讲讲六七个我们这个好问子治疗的这个案例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些呢都是我们已经发表在公众号上的案例，给大家看看。案例一，治疗吞咽困难、食管胀胃、疑似食道癌。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比较早期的一个案例。好，那么这是一个李奶奶78岁啊，平素身体很好。4个月前，各位注意，开始出现吞咽困难，不敢大口喝水吃饭，心里烦躁。入院检查提示，食管胀胃，食道癌可能性大。各位，一般看到这种的话，大概率就是啊，早期的症状就是吞咽困难啊。好，5月10号首诊啊，是2020年的病例。这件什么？好，吃饭的时候啊，食道不舒服，吞咽困难，不敢大口吞东西，咽喉以及胸骨处一直有东西堵着的感觉啊，怕冷。胸口闷、心慌、
近几个月整天感觉很累，口渴、口黏、咽干、干咳、大便量少、大便黏啊，晚上起夜三次，小便黄。各位，食管癌的患者到后期啊，都很容易出现阴虚的表现啊，以及出现大便燥结不好排的情况啊，也就是上面的腔道堵塞，下面的腔道啊也会跟着堵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用这个用止痰呢？就是通过通下窍来利上窍的一个作用。好，各位看，这是当时的入院报告啊，食管下段可见长约 3.2 厘米的不规则的这个充盈血水啊。好，那么这个食管占位怀疑食管癌的可能性大，好，基本上可以诊断了。好，所以各位注意，一定要重视早期的治疗。很多时候啊，你一旦拖到后面，突然爆发了，一般都不好收场。所以一旦有一点真相，就要及时去处理啊，要找到原因。好，那么来到医生这里呢，你推荐扩张会主诊。好，开出了这个方案啊，我们看一下，是这个柴龙母加利格汤啊，加利格汤。那么关键在于什么？这个疏理肝气啊，疏肝理气、降气化痰、散结啊，以这样的处方为治啊。那么再加上桔梗、利咽啊，调节气力的升降啊，再加上我们问子的养胃丸，这么来治疗。好，那么吃了一整之后呢？哎，药后感觉挺好，胃口好多了，能吃一小方水饺了。好，那么吞咽困难改善加，可以大口吃东西了。啊，那么精神好转，胸闷心悸没有了，不烦躁了，不怕冷了啊，大便夜尿改善加啊，舌苔厚腻减少。好，那么一共看诊6次之后呢，在处方的基础之上，根据病情的这个变化做调整。好，那么后面呢，治疗一个多月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食管有点吞咽不适之后啊，就没有再进展了。啊，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肠鸣过度、口渴啊，这个睡眠烦躁等，也持续减轻或消除，也就保证什么，让这个患者带瘤生存。那么各位注意，这是我们比较早期的案例，这已经是3年前的案例。那么最近我也在督促我们的医生啊，开始要血样了，因为我们最近手上治疗了好几个啊，有治疗食道癌的患者。各位，食道癌我们这个通过抽药能保证这个肿瘤不长大啊，以及呢保证能吃下去，人不会衰竭而死。但是呢，消肿瘤啊，我们可以用刚讲的什么止痰，或者是用开道散去腐蚀瘤体啊。所以我们最近已经有这样一些案例，不错的案例，我也督促我们医生赶紧写成一样啊，早日这个分享给各位。好，第二个萎缩性胃炎，肺和乳腺结节，治疗3个月后，胃病理逆转，结节均变小。各位，那么这是我们近期的案例，各位。萎缩性胃炎它已经开始出现有病理上的变异了啊，这就是一个癌前的病变。所以各位，一旦你诊断上出现了萎缩性胃炎，一定不能大意掉以轻心，这时候就要赶紧治疗。一般来讲，如果你对药物敏感的话，3到6个月基本上就能把症状消除，而且呢能把病理给逆转啊，早期帮你把癌症根治掉。所以各位看到这个诊断呢，一定要重视。好，这是这个黄女士，53岁，中度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啊，是主要诉求。那么还有肝囊肿、肝血管瘤、胆息肉、乳腺结节啊，那么可以看出是一个阴实的体质，而且各位看都长在肝胆的位置上，乳腺、肝和胆囊上啊，所以看出是肝气郁结比较厉害，而且肺还有多发的小结节，阴实体质，容易醒，难入睡啊。那么也吃了2个月调整胆囊息肉的中药啊，那么息肉确实由5变成2啊。好，洗冷饮、怕热啊，胃胀，时候胃胀痛、夜尿、视线模糊、头痛啊，唇干，还有这个肝斑脱发啊，胸闷、皮肤干、抑郁、心烦等，也就看到很明显的什么肝气郁结以及肝血失养，还有肝火扰心、寒热错杂这样的一个真相。好，那么来我们这里治疗之后呢啊，以萎缩性胃炎为主症啊，那中医大脑开出了一罐煎养胃饮，加上了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作为治疗。那么底下呢是用生地跟石斛来加强这个治疗。各位千万不要照他的处方哦，一人一方啊，我们得根据情况来这个辨证，不是一个方治到底啊。那么同时呢，加上了我们问子的大黄泽生方，增强什么宫瘤消癌这样一个作用，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刚刚讲的对症对体质，加上中药来攻癌抗邪、攻补兼施，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是调节内环境啊，调节内环境，调节平衡，看到了调节平衡。那么呢，通过大黄泽疮来拔掉种子，连根拔起啊，这就是一攻一补的思维。
好，那么总共治疗了三个月啊，中间因为新冠以及后遗症的啊，主症有所调整啊。那么这个，而且因为这个快递的原因，有点断过长期治疗，但是呢，顽疾都没有变化，一长期在吃。好，那么这个治疗了三个月之后呢，反馈乳腺结节由三个变成两个，一个缩小，那么肺结节气体里面的肺结节消失。好，以及呢，胃的这个胃镜啊，查胃镜之后，萎缩性胃炎完全逆转了。好，那么这个医生还觉得惊讶，问他是在哪个医院看的，觉得很惊讶。那么各位，对于西医来讲，只能给切掉、前掉啊，要么就后面等他长大后切掉。但是，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去逆转病理啊，所以这就是中医治疗的一个神奇之处，通过改变土壤来改变整个胃的内环境，来修复里面的这个病理，或者是攻来抗邪。好，所以这就是早期逆转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这个案例。各位，不用觉得很惊讶，这种案例太多了，像肺结节啊，包括早期的早癌，我们已经治疗过太多了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握好啊，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治疗。行，好，各位看，这就是当时的整个的这个病理报告和这个胃炎啊和胃镜报告啊，这个都全部逆转。好，案例三。安医生，那这个单医生是58岁，查出胃癌2个月。各位，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必须得快一点啊，加快进度。好，查出胃癌2个月，化疗一次，看到什么？长期乏力、怕冷、不入睡、口干渴、想大量喝水啊，以及频尿、口苦、恶心、想吐。化疗后食欲不振啊。好，主要症状是咳嗽、反复不愈。各位，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阳虚兼有郁热以及肝气犯胃的一个表现。我们看一下。那么这次化疗完损伤了正气，导致气机紊乱失调。好，那么这时候呢，医生以咳嗽为主症，因为他长期咳嗽不愈。好，那么推出了一个疏肝理气散结这样的一个这个中药。各位，这里面有健脾的、化湿的、理气的，还有怎么样？升半夏加降半夏跟细辛，可以怎么样？温阳散结化痰。好，二诊之后呢，咳嗽就完全消失。那么继续用中药，再加上攻癌一号。来增强对病认知啊，那么争取帮助恢复六大健康标准。好，那继续手帮治疗。好，各位，那么两诊到第三诊共计20天的治疗，六大健康标准日续治疗。好，那么再加上这个手帮，后面再加上三味丸对治胃癌啊，一个是调体质，一个是对病认知啊，这个一攻一补。好，那么各位治疗的这个接近2个月的时候呢，哎，发现怎么样？2月14号的 CT 报告，哎，肿瘤不仅没有长大，而且怎么样，缩小了10几公分啊，缩小了这个十几毫米，各位，也就是说明显的缩小了，各位。当然，这个不反对一开始可能有化疗的作用，但是呢，后期主要是中药的作用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中西结合以中为主，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各位。而且呢，这个方也没有说特别的对它的病区论治，我们也是从整体的角度去论治。啊，那么也就从调节整体取得了这个癌细胞肿瘤缩小的这样一个这个效果啊。好，我们继续看第四个案例，胃急症一例，胃癌大出血，中医力挽狂澜啊，中医大脑治胃癌出血，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是65岁的这个彭先生啊，那么确诊了胃癌，进展期胃癌并出血，各位，这就是胃癌肿瘤一直在长大破裂出血。好，胃癌极度无力感。胃胀满，而且坠胀，双脚无力，身体乏力啊，没有胃口，消瘦，少气两言，气短，口气重，往来寒热，这个冷汗贫血，一派什么邪实，肿瘤一直在进展，但是呢，身体一直在出血，一直在气血消耗，也就形成什么又虚又实，大虚大实的一个真相，这个时候治疗就很棘手。好，那么各位，肿瘤已经长这么大了，一直在破裂出血，而且呢，贫血胃啊，贫血。好，那么以胃癌为主症啊，开了一个安中散，那么还没收到药就开始出血加剧，吐血啊，失血休克，紧急入院输血治疗。好，那么各位在中间的过程中啊，那么经历过这个心理的纠缠，后面呢患者决定什么？决定重新开个药方啊，以中药为主来进行治疗，调整药方，一方面这个扶正抗癌，一方面加强对标止血。好，那么重新以便血为主症。好，那么中医大脑开出来一个什么温阳益气
这个止血啊、养血抗癌的这样一个处方啊，这是两张经方的合方。你当归四逆汤加上什么桂皮汤，其上是一张经方加十方口服啊，当归四逆汤加上桂皮汤，以及加上了什么这个治疗止血的药对。好，那么这个吃完之后啊，哎，便血止住，持续好转。那么呢，这个也有精神，也有胃口了啊，血象也开始在回升。好，那么后面就持续治疗，以中医为主啊，持续治疗。好，好，各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跳着讲了。那么这些案例啊，后面都会给大家看，各位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医嘱领取手册，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比较长，我们就往后讲。好，我们讲，各位再讲最后一个案例，第七个，救治病危直肠癌伴恶性黑色素瘤的这个案例，各位，黑色素瘤是一个很恶性度很高的一个肿瘤啊，会到处转移啊。那么这里是转到了直肠癌，我们看一下，各位，这是李大伯69岁，西诊断为黏膜恶性黑色素瘤直肠癌。好，那么由于直肠的肿瘤巨大，直接压迫直肠，导致大便很难排出，大便黑，伴有白色的黏条，呼吸急迫，用嘴呼吸，肺部还有感染，血色素持续下降，需要定期输血维持，乏力嗜睡等。所以各位看到后期都是这种大实大虚的这个状态，你攻也不是，补也不是，就很被动。各位，所以千万不要把病拖到这一步，都很麻烦。各位，这是肛门哈，肛门口长这么大的一个肿瘤，一直破溃出血，各位。啊，所以这么难治，各位，那大便都出不来，而且一直破裂出血，各位。好，那么这时候对病论这个以最急速的啊，我们以这个呼吸急促来论治啊，从肺跟大肠一起论治啊。那么中医大脑开出了这个益气啊，这个调和气机加上什么这个健中益气止血的这样一个处方啊，我们看一下。那么这时候呢，就纯粹以扶正为主了。因为往到了这个时期，你不能再攻伐了，再攻伐患者已经这么虚了，你只会把他更早的送走啊！所以这时候呢，以扶正、这个纠正六大健康标准为准。好，那么由于食量很小，那么汤药只能一次少量这个喂服。好，那么10天的汤药不用了近半个月啊。那么到了8月20号，儿子微信反馈，好，那么反应啊，原来的大便呢、啊，就一直大便这个各种臭的分泌物啊。开始少了，今天大便开始跟正常人差不多啊。那么之前在一个老中医那里看，8个月了，全都是悬液，没有正常大便啊。所以很感谢我们这个主治医生的这个功劳啊。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持续治疗啊。那么这个持续治疗中呢，大便也是正常，黏条消失啊。那么不发热也能正常睡觉啊。那么也知道口渴，知道喝水，说明阳气正在恢复，效果更方，继续治疗啊。那么这个患者家属非常的感谢。啊，非常感谢。那么也就确保了带瘤带来生存，好，延长这个改善生存质量，好，那么尽量让老人家减少痛苦，以及呢能活得更久，啊，提高生存质量，带瘤生存。